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娛樂頻道互動嘉年華星期六下晝嘅節目。我係香港海防博物館嘅助理館長 Natalie。今日係我哋海防館咧近代東亞海洋與海事網上對談系列嘅第二講，講題係海貿社區嘅興起同東南亞地區嘅發展。咁我哋好榮幸咧邀請到三位嘉賓咧嚟到我哋當中咧同大家分享下、傾下、講下嘅。首先介紹一下我哋身邊的就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講師曾卓賢博士，歡迎。咁另外就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羅婉嫻博士。好，做左手邊咧就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譚家齊博士嘅。大家好。咁都想同大家講下先啦。本來我哋今日咧就邀請咗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吳海傑博士咧嚟到當中嘅，不過今日咧吳博士咧就身體抱恙未能出席。好，咁我哋有三位咧，同我哋大家分享。好，咁我將時間交俾三位之前咧，都想同大家提一提啦。如果各位咧網上面嘅朋友咧係有問題嘅話咧，歡迎喺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下面留言嘅。咁我哋咧喺我哋嘅講座完結之前咧，都預留咗呢個問答嘅環節啦，就請在座三位同我哋大家咧去回答大家嘅問題嘅。好，咁我將時間交俾三位同大家分享啦。好，唔該曬，好，唔該曬。乜嚟？你話開始我哋好啊？開始係。會講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本來我哋咧，我上個月咧就已經過嚟啦，同大家見面啦。大家要知道咧，我哋由九月開始咧，即係疫情後嘅復課咧，大家真係非常之繁忙啊。各種嘅事情咧就喺度。咁啊，所以咧就要遲到今日先見到大家，我自己啦。本來今日咧就係米高同我一齊咧陪大家傾偈嘅。咁點解就家齊過嚟咧？亦都要多謝家齊嘅，因為米高即係有啲病痛嚇，咁啊要今日就突然間過唔到嚟，咁所以佢啊好想過嚟，都準備好多嘢。咁能夠真係即時又過到嚟同大家傾，本身就知嘅咧。好彩本身家齊咧就諗住過嚟同我哋傾偈噶啦，即本身我哋自己會傾偈嘅。咁就咁啱過嚟咧，就能夠喺你喺度。觀眾席噶嘛。係啊，如果冇你咧，我哋真係唔知點算嘅。我哋兩個對頭。係真係麻煩，真係大件事。係啦，咁啊，我哋今日開始咧嘅題目，我哋講咧就係海貿社區。相關的一啲嘅話題啊，咁其實同嗰啲社區啊，當中嘅人啊嘅部分啊係有關。咁我哋今次我哋嘅做法個 setting 都同上次有啲唔同啦，咁當然吸收啲經驗。我哋會分一啲嘅節嘅，咁我哋一陣間可能會有就住幾個唔同嘅話題咧，會去同大家講。咁所以第一節我哋要處理嘅話題咧，就係俾大家觀眾啊諗一個大嘅環境，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就係話。當我哋講海貿貿易呢件事嘅時候，其實我哋係講緊乜嘢嘅咧？又或者我哋要講呢件事嘅時候，同我哋而家嘅關係喺邊度？咁我覺得只要搞清楚呢啲部分咧，就算係你本身冇讀歷史嘅人咧，都能夠聽得落去我哋之後講嘅話題。家長，係啊，我其實講親海洋嘅問題咧，咁我哋往往就會係諗下嗰啲水啊，那個 water body 嗰個情況。但是呢我們其實全世界在不同地方去討論海洋史或者海洋話題的時候呢海洋本身呢只是我們討論的一個部分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其實要去理解的是歷史是人類的活動為主所以我們都是要以人居住的地方呢做我們討論的中心而所以其實講海洋史呢我們很大程度上是講沿海的地方再加上呢在海裏面的海島在即我們眼中可能澳洲都有一個海島即台灣有一個海島但是就如果在一些不同的地域譬如在歐洲和非洲之間的地中海咁佢裏面嘅唔同嘅島嶼就係相當之重要，尤其是佢文明嘅發展啦，對佢哋可能係種種嘅所謂貿易嘅路線、人類嘅互動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好啦，咁即係所以我哋去討論海洋嘅問題嘅時候，特別係應該要留意嗰個社群，咁啊並且係要諗係點與點之間嗰個聯繫。咁嗰啲所謂點與點就好多時候就係沿海嘅地區同埋嗰個海島啦。咧，講海貿貿易嘅時候諗起啲咩？海洋貿易，我會諗到就係當你嗰個航海嘅技術發達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嘅地方咧就變咗冇咗嗰種界限。咁特別就係我哋要知道就係
十九世紀的時期，其實當時的發展上面特別我記得有一集我們有講過蒸汽船啊等等， yeah, 其實是改變了整個貿易版圖。所以我們現在你會想到就是以前我們可能即有時上堂都有跟學生講過，他們想法就是會覺得不以前原來真的要走那麼久的條船，其實真的可以走很久嘛。我們要知道譬如我沒有記錯由馬爾尼由英國出發來到中國，他好像是行了成年的條船都要，當中你還要看埋咩順風啊、逆風啊之類啊，可能成兩年時間，係啦，係可以係可以搞好耐。咁所以你會見到當一個即係航海技術一有突破的時候咧，其實每一個地方變得容易去到的時候，亦都因為大家各自有一個商業需要而發展咧。其實每一個社群的交流咧，就特別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特別我其實自己就比較有興趣，就是會講到海外華人嗰方面咯，即係特別你會睇到東南亞裏邊新加坡啊、婆羅洲啊等等嘅地方咧，嗰批嘅華人到底佢哋點樣慢慢就係因為呢個海外貿易而成為咗一個社群喺度，而佢哋亦都點樣透過佢哋自己本身咁獨特嘅一個身份咧，再去拓展佢哋自己貿易版圖咧，其實都幾值得去睇。係啦，咁啊要幫大家講嘅時候，兩點咧就如果你已經有呢、這個觀念在手就最好了，那你們就非常好了。如果你發覺你本身不是這樣想的話，以下那兩點可能可以更新到你本身一些既定的觀念。第一就是什麼呢？我們的觀念就是說所謂全球的流動是所謂近代的產物，這個我們經常都可能會想啊，現在我們先科技發展啊、互聯互通啊，我們可以一起啦，這樣以前就不同的山卡拉沒得就一起的，這樣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觀念，但其實這個觀念是有問題的，是值得被更新的。應該你說這個全球的貿易的慾望或者渴望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都有的，一直以來長期地希望大家是有溝通交流、貿易做生意要流動，此為第一。第二就話喺呢一個貿易的過程裏面咧，其實在人類社會裏面是漫長地成功地賣，因為好長的時間。在未有呢、這個蒸汽船啊，未有工業革命之前咧，其實全球貿易已經完成了一個繁盛的網絡咧，已經有接近2000年的歷史。即公元前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強的一個貿易網絡是見得到在這裡是繁盛是去做的。舉一個小例，例如說我們會在這個的羅馬共和的時期，即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間的這200年裡面，在印度洋西岸會有大量的羅馬的金幣，甚至乎在印度洋的東面呢都會是直情是龐培時期，即公元前大約60年左右，會在東岸的地方會見到羅馬駐軍在印度洋東岸一些部分，印度的東岸今日的部分，咁直到啲遺跡留喺度，咁你可以見到就係嗰個全球嘅貿易咧，唔係大家想象中咁樣，後來先有或者係近代嘅產物。咁但係咧，依種全球貿易嘅過程係有高嘅例，而歐洲世界都好快忘記咗點樣去引導嘅，但所以依樣嘢先至係人類歷史我哋要講嘅依一個點，依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一到以來我們讀世界的歷史呢，我們就讀兩大洋，就是讀太平洋和大西洋。世界洋就是這兩個洋咯，就搞定了，是吧？南北就不太用看，中間還有什麼沒有要看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的，當然是歐洲史啊，但是真正到今天，到今天這一刻全球貿易最繁華的海洋呢就是印度洋，而一直以來呢全球貿易最繁華的海洋呢都是印度洋。所以當我們要處理全球貿易的問題的時候呢，其實多多少少我哋無法忽視咧，就係印度洋嘅範圍。就算我哋身處係太平洋嘅香港啦，但係咧印度嘅影響咧，依然喺度。其實兩個大洋之間嗰個好主要嘅聯繫印度洋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今日可以講到呢、這個海貿社群嘅呢個話題咧，我哋就有啲都需要澄清嘅觀念嘅。咁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喺今日咧21世紀。或者我哋之前嗰兩個世紀都俾好多嘅歷史學家咧命名做海洋嘅世紀，咁啊特別係越後期咧海洋嘅重要性越大。咁但係人類文明如果我哋有6000年、7000年嘅話，我哋只係近嗰200年係海洋嘅世紀，咁之前嗰幾十個世紀係叫咩咧？其實就應該係大陸嘅世紀。咁我哋即係要去理解現代嘅歷史發展，或者所謂 modernity， 即係現代性呢樣嘢咧，同海洋係非常之有關係。咁但係喺所謂現代以前，特別係17世紀以前咧，其實即係已經有唔少嘅歷史學家，佢哋從呢個內亞史觀咧嚟到去強調，就是大陸，尤其是歐亞大陸，咁即係所有重要嘅文明，
咁或者係我哋認為重要嘅文明，譬如可能係西歐嘅文明、中國嘅文明、印度嘅文明、伊斯蘭嘅文明等等，咁呢啲咁嘅都係所謂邊緣嘅文明嚟嘅。真正可能另一個好最主要嘅文明咧，就係喺中亞大陸裏邊去發生好多嘢。佢哋唔係好落後，唔係即係佢哋好貧瘠，反而係好富庶。咁而咧，全球嘅貿易頭先卓然講得好好嘅，唔係最近先發生嘅，唔係即係所謂現代出現先至有嘅。嗱，現代我哋有新嘅海洋嘅行駛嘅技術啦，咁有即係好大嘅船，好堅固嘅設備，咁我哋可以就運載好多貨物喺海洋裏面長程咁活動。咁但係呢啲即係其實長程嘅貿易咧，海洋係幫助我哋增加咗個量嘅啫。咁我哋即係能夠使到海洋係叫做順服喺人類嘅控制之下咧，咁呢個就係即係讓我哋嗰個貿易量本身增加好大，但係喺之前好長嘅時間，長程嘅貿易其實就喺陸地度進行嚇。咁啲商隊咧，譬如可能係駱駝嘅商隊，佢哋就用好遠嘅距離嚟到去即係進行物質嘅交換。咁而海洋嘅社群咧，可能佢哋就係短程嘅。咁係啊，要去到歐洲人咧，佢哋佢個大嘅擴展咧，先有唔同。正話，家齊都提到，即係所謂諾亞史觀啦，同埋大陸對嗰個影響嗰個重要性。咁而我哋講嘅即係所謂嘅古嘅文明裏邊，即係其實都係喺今日嘅地中海東邊活動嘅一個範圍，即係譬如愛琴海周邊範圍嘅文明，包括羅馬啦、希臘啦、馬其頓啦、或甚至乎係波斯啦，佢哋種種都係喺地中海東部。咁地中海東部有乜咁神奇？即係嗰個貿易咧咁。它連結是什麼呢？其實如果你睇下地圖，觀眾可以在家按著地圖看，就是在我們說這個地中海的對岸很近的地方向下走，其實就是紅海和波斯灣兩個線索。美索不達米亞的出口就在波斯灣，就是那個其中一個出口。另外一個就是非洲東非和這個西奈半島的夾角，就是紅海的範圍。我們說這兩個的範圍的得意之處，就是三點之間是海洋很接近的，但又不通的。所以呢，只要我哋喺依個位置打通咗一啲嘅交流方法，包括用一啲轉去由陸地轉去海洋嘅一啲方法啦，就俾一啲嘅中間嘅車隊啦，甚至乎我哋可以成架船搬嘅，都有啲咁嘅情況，譬如一啲木擺下邊推架船去喐啦，咁我哋就可以做到一啲嘅交流貿易喺中間就發生。咁而通去邊度咧？咁就通去我哋正話講緊繁華嘅印度洋嘅西岸貿易。我哋話依個嘅貿易圈咧，一直以嚟都係非常之強大嘅貿易圈，而好多時都俾我哋亞洲人所忽視，以為哦嗰邊山卡拉邊有嘢㗎，東非邊有嘢㗎。咁但係其實今日嘅譬如埃塞俄比亞啦、阿納特利亞啦，即或者叫厄里廚亞啦，依啲嘅東非岸嘅地方，即係同埋咧，我哋話嘅漢叫漢字嘅，即係話係阿拉伯半島嘅南邊嘅邊邊嘅地方咧，其實係繁華得不得了嘅一個貿易路線。我哋話由阿拉伯半島向上行，穿紅海上啦，又或者經波斯灣直入美索不達米亞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亞洲同埋歐洲貿易嘅一個關鍵嘅港口。依一度咧，邊啲人係掌握咗個方法咧？就係阿拉伯人，同埋印度人。他哋掌握了依一個海洋的貿易方法，咁所以三角形咁樣係啦。咁我哋話依個咧就可能是第一個嘅貿易嘅三角形，即係由印度、非洲之後兩個灣嘅海口嘅一個三角形。咁所以其實留低嘅嘢好明顯㗎，譬如阿拉伯數字係嘛，都你可能數學老師同你講啊，阿拉伯數字其實是印度人發明嘅，其實點你聽過依啲故事㗎嘛？咁但其實印度同埋阿拉伯人當時就喺同一個貿易圈子裏面要大量使用數字。所以他哋先至代表住咩？佢哋嘅貿易係非常之重要，係嘛？咁所以依一個嘅，你會見到嗰個就係、印度洋西岸嘅呢個大三角咧，其實已經講緊其實古世界嘅貿易嘅幾咁強大，而依一套古世界貿易嘅強大延伸嘅東西咧，影響到今日嘅我哋。其實貿易可能就係有贏有輸啊嘛，有盈利或者有蝕底。咁所以點解可能點解印度人會發明咗零？可能乜都冇曬，因為同貿易有關。咁呢、這個嗱，我哋話到阿拉伯船沉咗，嚟就嚟。阿拉伯世界嘅強大，即係尤其是佢哋喺數學啊、科學上邊嘅，即係喺所謂中世紀嘅時代好領先。咁印度可能自古以嚟數學都好犀利，好有機會、好有理由，都係同佢哋要進行好多嘅貿易有關。頭先亦都我哋去睇到咧，就係、是、譬如喺阿拉伯半島嘅漢字地區嘅、漢字地區就係穆罕默德同埋伊斯蘭。
教會興起的一個地域，都是同一個很強大的貿易的傳統，同埋可能是物質的基礎很有關係，以至到他們是即後來有很高速的文明的軍事的等等的擴張，都是跟他們的貿易的基礎很有關係。是啊，我哋話依個嘅印度人西岸貿易好繁華啦。咁另外一邊嘅印度人東岸嘅貿易又點咧？我去睇翻查資料嘅時候咧，就冇西岸咧咁多資料。原因可能就因為大家好熱衷於阿拉伯同埋歐洲歷史啦，咁所以西岸貿易咧就成為咗佢哋嘅研究嘅一部分。咁但係咧，晚近越嚟越多嘅全球史嘅學者咧，就關注緊東岸咧，其實好繁華嘅。點解咧？第一就係、是。其實當時的印度東岸和呢、這個即今日的中南半島，即東南亞的島上的人口數字咧，係相當之驚人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東南亞裏邊咧嗰個天然資源的繁華非常之勁。我哋話湄公河，淨係呢條河啊，佢嘅淡水的漁獲量咧，已經係超越曬全美國的所有河，今日都係。咁代表咗咩？嗰度就係好容易揾到食啦。咁所以嗰度的人咧，其實喺長期人口好多啦。食物很容易獲得啦，佢哋過住一些幾好的一個貿易嘅狀態嘅生活。咁所以同埋講到糧食的豐富咧，譬如在柬埔寨，淨係暹粒省，佢一年有三造米，好瘋狂，真係好。暹粒省其中的一造米已經足夠柬埔寨所有人一年的食用。咁所以佢個稻米產量是很龐大，很多去出口。如果佢嗰度係豐衣足食的話，等於整個東南亞，甚至乎很多地方都可以俾佢支持到。係啊，所以我哋話，譬如我哋講到印度人東。東岸連伸到去東南亞的一個大的範圍裏面，我們會見到就是有一個很強的所謂印度的移民的過程在整個東南亞發生。譬如我們去看回馬來西亞的歷史，譬如去在馬來西亞在哥倫坡看一些的國立的博物館裏面講的時候，他們都有講到在十一世紀的時候，這一波波的在印度來的移民是一步一步這樣向著東南亞去遷逃，亦都成為今時今日東南亞的人口的基底裏面的一個大的一個族群。咁當然當時嘅呢啲移民有啲係佛教徒，亦都有啲咧係一啲嘅伊斯蘭教徒。咁要提啦，就係伊斯蘭教喺創立之後，就冇乜得創立之後咧，其實好快已經喺印度嘅北部咧建立咗呢個據點同埋點。原因簡單，因為佢哋好善於印度人貿易啊嘛。咁亦都好快咁樣隨住嗰個貿易咧延伸移民到咧喺今日嘅東南亞。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印度洋嘅三角，嗰啲嘅細節我哋之後一陣間嘅節數會繼續同你講。但係依個嘅印度洋東岸三角，你會見到咧，其實係存在，同埋你會見到嗰個貿易嘅過程咧，伴隨住好多嘅遷移去誕生。咁啊，好快咁再講埋最後一個三角形啦，就係後來啲嘅影響好似冇咁大，即係都係西班牙比較開心嘅三角，就係咧呢個個叫大三角貿易，西班牙嘅大三角貿易。咁我哋話喺西班牙嘅即係地理大發現之後咧，西班牙喺南美洲即係中美洲嘅部分，其實今日嘅中美洲附近咧，就揾到一個好大嘅一個白銀嘅銀礦。咁而佢哋咧就選擇咧，西班牙決定咧就冇淨係啊，又當然有運啲板塊歐洲。咁而咧佢哋亦都選擇咗咧一條由呢個中美洲向住菲律賓嘅一個貿易路線。咁佢咧就借用呢個菲律賓呢條線索咧，就向住東亞咧大量咁使用白銀。去採購咧佢心目中嘅一啲嘅各種嘅物品，咁然後咧通過呢個貿易三角咧就運翻去西班牙，然後咧就去享受嘅。咁當時西班牙女王甚至乎講咧，佢話我完全唔理解啊英國啊荷蘭啊嗰啲嘅地方點解要營營役役咁去辛苦經營。佢話西班牙你睇下，我哋只要靠住上帝賜俾我哋豐厚嘅白銀咧，我哋已經無窮無盡財富，我只要買佢哋嘅嘢就得啦，係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依個嘅貿易三角咧，好似冇乜影響力，但係後來依個白銀嘅全球流動咧，亦都影響深遠。其實真係白銀同埋嗰個土地嗰、那個礦產嘅豐富啦，都可能間接導致西班牙等等呢啲咁嘅南歐嘅殖民嘅帝國咧，佢哋喺管治上邊咧係冇其他嗰啲殖民帝國咁用心。即係因為太容易可以得到財富，一掘一掘就有咁。係啊，但係嗱，西班牙咧，佢哋控制咗中南美洲。咁中南美洲咧，即係北美可能佢哋真係興趣不大咧，冇啲咁嘅礦產喺度。咁但係佢哋控制中南美洲咧，其實頭先阿卓然提到咧，佢哋就會考慮咧，將嗰啲白銀咧運去菲律賓，然後再去即係去唔同嘅歐亞嘅地方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合宜嘅方案嚟嘅，因為其實嗱，我哋如果睇到南美洲咧，佢一個好重要嘅國家。
家在足球上面很厲害，不是巴西，巴西不是他控制，巴西是葡萄牙控制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 Argentina 呢，阿根廷其實就是銀的意思，所以其實出銀的位置呢是在安第斯山脈近太平洋一點，如果要真的將銀作完出來去運走的話，太平洋是最方便的了，而在太平洋的沿岸呢，南美洲，如果是將那些銀裝上船，其實就乘住呢個東南季風啊，呢個東南春風就可以咧，哇，好容易咁樣去到菲律賓。咁呢個所以係一條好合理嘅路線嚟。咁而去到菲律賓咧，可能就係可以將嗰啲銀咧，再去買中國嘅貨品啦。中國嘅貨品，譬如喺明朝嘅時候，係相當之受到歐洲嘅歡迎，瓷器啊，咁啊，仲有可能係絲綢啊等等，喺整個印度洋貿易裏面咧，都可以買到即係相當之好嘅市場。甚至乎當時其實亦都將中國嘅文化帶咗去歐洲，令到當時歐洲其實有個叫中國熱嘅一種風氣啊嘛。即係當時，所以你會見到其實當時即係白銀對於中國嚟講嗰個係一定嘅流量。咁而到最後去到清朝嘅時候就更加重要啦，因為我哋就攞咗啲白銀走去賣鴉片，咁所以就造成咗一個咩白銀外流啊等等嘅一個觀念出嚟啦。咁所以我真係覺得我都認同阿嘉齊頭先講到咧，其實你如果個地域上咧，你即係西班牙政府其實佢有嘅殖民地嘅礦產係好豐富嘅時候，佢其實真係好似坐喺度就真係掘金嘅啫，即係佢唔使落好多投資，所以你見到佢嗰個管治嘅模式咧係同英國係好唔同，即係英國係相對嚟講佢係好有心去經營成個殖民地，佢會擺好多資源甚至乎係啲嘅管理制度。雖然你可以話佢哋的嗰啲管理人員都係比較初步同埋比較簡單嘅一個管治架構，但至少就係佢係會睇到個點樣去長遠發展一個殖民地。同時英國嘅管治佢哋係著重一個咩呢，就係點對點嘅貿易，佢要成立好多個佢哋所講叫 factory 或者一個貿易點，所以變咗佢唔係淨係齋用那個地方的一啲嘅資源去發掘曬，而係佢亦都會諗到就係點樣去係有一個地理位置嘅便利去進行佢哋嘅貿易，先至可以帶動咗全球嘅貿易去走。所以你會見到佢特別就係當呢一個嘅十九世紀末啦，大家都喺東南亞嗰邊咧去發展貿易嘅時候，其實東南亞真係一個寶庫嚟。而呢個寶庫正正咧就係當中英國會有好多嘅據點，佢永遠都係喺一啲最重要嘅沿海啊，或者係一個港口嘅城市。去建立了它，就是將它得到的一些貨物向全世界流轉，即好像我們現在講的一種物流的觀念。我講了印度洋的東岸和西岸的貿易，為什麼要講呢？或者我們在即海防博物館，我們在一個即講海洋或者香港的時候，我們怎麼講呢？其實是嘗試帶出一點，就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講香港和海岸海洋的貿易呢，好少自然就理解為南北貿易，南貨運北貨，北貨運南貨。而我哋嘅既定觀念裏面咧，其實佢係一條垂直嘅貿易線，係嘛？即係我哋嘅世界就係一個垂直嘅世界，咁都能夠理解，因為東邊因為去太平洋洗，冇邊冇制，係嘛？西邊就已經係大陸嘅範圍，你都冇得去邊度走，所以我哋嘅世界係南北嘅。但我哋嘅南貨或者我哋嘅南洋嘅貨，其實唔係淨係南洋嘅貨嚟，佢裏邊包含住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雜散地，包括嚟自印度嘅大量嘅東西，包括即係明朝貿易嘅時候，你胡椒好多嘅部分，唔止係東南亞嘅嘢，有啲係印度大量嘅香料，各種嘅嘢係運過去。所以簡單講就係話，我哋視為自己為一個，我哋咪喺南洋運，咪搞掂咯。其實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全球嘅印度。是中心點，印度洋邊兩岸一直延伸的一個貿易範圍其中一點，我們未必在入面很核心的地方，但是我們既是供應者，因為我們即亞洲即中國的大陸的一個供應者，但同一時間都是接收著來自全球的貿易產品的其中的一點。所以如果你將我們香港的一個傳統的貿易，譬如由廣州的貿易，又或者是由長江口一直延伸近岸福建延伸的近岸的貿易線索一直來，然後延伸到廣州那個中間的這個香港的點向南行的話，就將我們正話講的所謂印度洋的兩個三角的貿易連埋成為了我們現在身處的香港的貿易的範圍裡面，也都解釋了點解香港或者這個南方的大門得以繁榮。點解？因為咁大堆嘢啊，你要進入到亞洲中國嘅咁大貿易市場咧，就係、是、呢啲啦。咁所以啲嘢，我哋一直知道嘅就係、是，哦，我哋中國市場好大啊，點點點點。咁
咁咩人會中意呢個市場呢？就係、是、靠住我正話講嗰條全球通路去尋找呢個市場。嗯，其實如果我哋講到中國嘅國內嘅發展咧，國內嘅市場可能同嗰個海洋嘅貿易、海洋嘅社群嗰個關係就唔係好絕對有關嚇。咁、嗯、啊，即係主要都係可能喺國內嘅陸地嘅或者運河啊、河流嘅路線咧去聯繫住。咁、嗯、當然即係唔係絕對無關。我哋譬如見到喺明朝後期，咁好多嗰啲江南市鎮嘅貿易，佢哋進行嘅或者係佢哋可能係重要嘅買賣嘅即係嗰啲人士咧。都是嚟自福建，嗯啊、福建人就可能是即係將啲銀運到去江南度買貨，然後買走。咁但係福建人買走江南啲，譬如麵包啊、瓷器啊等等，佢哋唔係自己用啊，佢哋好多可能都係去再轉手賣俾其他人啊。一轉手可能就賺幾個開嚇。咁、啊、呢個轉手佢哋賣俾咩人？咪就係嗰啲歐洲嘅，即係可能買家啦。係啊，我哋就係慣性輕視咗，覺得啊，即係大陸就係、是貿易就係岸上嘅貿易，但係其實譬如景德鎮嘅繁華同蒙古嘅全球化有關係、嗯、而蒙古嘅貿易路線就係海運嘅路，嗯、即係你嗰啲大宗商品啊、瓷器啊，陸路運唔到嘅，嚇、啊，即係唔係咁運，就係、是、通過一個海洋嘅力量去運到。咁點解可即係點解能夠通得到咧？咁就係因為即係蒙古勢嗰個力量能夠喺海洋都行得通。咁、嗯、所以呢啲就係點解呢啲古仔我哋係同我哋關事咧，或者點解呢啲古仔值得講？就係、是、因為我哋講完之後，我哋就可以打通咗一啲我哋可能既定咗嘅一啲盲點，而發覺誒、哎、我哋咁樣諗嘅世界，但其實個世界可以通過我哋改變嘅諗法咧而重新打開。嗱，咁我哋概論大約咧就係、是、咁，我哋講咗嗰個全球貿易嗰個框架嘅問題啦。咁之後咧，我哋會講咧就係、是、全球流動嘅話題。咁第二節咧就係、是、講全球流動。咁正話都講咗全球係流動緊㗎啦。咁但係全球流動係流動啲乜嘢呢？其實有啲點咧係要同大家去講啦，即係譬如話全球流動人口嘅流動啦，係、嗯、嘛？中間嘅語言嘅流動啦，譬如一啲嘅法律嘅流動啦，同埋一啲嘅金錢啦、貿易嘅銀行啊相關嘅流動咧，其實中間有好多嘅細節或者好多得意之處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我講一個先啦，咁啊，譬如話即係我哋提到嘅對東南亞的一個移民的一個過程，我們就看到就是全球貿易之下利潤推動的和地點推動的，從印度向東岸一直移向整個東南亞的一個貿易的旅途。那你會看到這種 的力量呢，是令到塑造了我們今天的東南亞的人口的結構。那而同一時間同樣的貿易 的得益呢，也都吸引了大量的中國的沿岸的人向南移動，而這條路線一直是被忽視的、我們的人不離開過海的，我們不會離開過海，但是無論我們在日本、啊、韓國、啊、東南亞不同地方的歷史發展，我們會見到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去的，那為什麼我們本身以為沒有的，但是原來看回別人很多的，那所以這些落差呢就是可能值得去分享給大家。有人有冇想講啊？唔係，因為你頭先講到人口嗰個流動嗰個問題，你會發現咧，其實特別東南亞地方咧，喺十九世紀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一批華人去咗東南亞嗰邊發展。我冇記錯，甚至乎馬寬嘅《瀛崖聖覽》裏邊都有提過咧，喺呢一啲嘅東南亞地方咧，係有華人社會嘅一啲嘅足跡喺度。咁啊正喎，係去探呢個海外華僑啊嘛，海外僑胞。係啊，甚至乎很親團，係啊，親團。竟然係咁啊，原來。係啦，所以呢樣嘢其實值得去諗啊！即係特別當其後，即係清政府話要海禁啊，其實一出洋咧就已經係犯法嘅時候，其實仲有點解仲有一批人係即係挺而走險？咁當然啦，你要諗翻就係當時十九世紀嘅時期，沿海地方真係地方相對貧瘠，咁所以亦都促使咗咧就有一批人咧一定要出海外謀生。咁而當時其實呢個海外謀生咧並唔係一個真係咁風光嘅事情。當然有錢嗰班翻嚟就可以起大屋啦，住洋樓養翻。但其實當中你會看到有一批我記得即係睇嗰啲資料咧，就講有一批人其實去咗邊度咧？去咗秘魯咧，就當時就掘呢個嘅海鳥糞。原來因為咧當時嘅呢個海鳥糞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肥料之餘咧，佢亦都有氮同埋磷，就係咧生產火藥咧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物料。所以當時其實秘魯政府咧就係靠呢一個咁嘅出口海鳥糞嘅貿易咧，佢係賺咗好多錢，甚至乎後尾就引起咗咧周邊國家咧就想即係入侵佢哋國家，想
攞咗呢個經濟。咁但係唔好諗住咧，即係掘海釣糞係一個簡單嘅事情，其實係攞條命去搏嘅。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華工咧，喺呢一個時期咧，就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喪命。咁而點解會揀咗華工咧？就係因為最主要當時就睇中咗，因為冇咗呢個嘅奴隸嘅貿易啦。咁所以咧，當中要揾人填補。而當時咧，呢一批嘅華人咧，佢哋又好勤力。咁又好勤快咁樣去做嘢，咁所以就成為咗咧呢一個即係東南亞裏邊咧，覺得呢個原則上係講得差啲，就係一種奴隸嘅替代品。咁所以當時咧去秘魯掘釣糞嘅華工咧，其實佢哋生活係好辛酸嘅。咁而到呢一件事情，其實最到後尾咧，當中其實美國政府又反映過俾中國政府知，而當時清朝咧就覺得呢一班叫做棄民啦，因為佢哋自愿離開咗中國，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理佢噶啦。但係由於到後尾清政府開始覺得佢哋都要建立一個咧新式啲嘅外交形象啦。咁佢最終咧都真係走去派人咧去調查，咁先至發現呢一批華工咧嘅工作情況好差，因為可以想象咧，其實海鳥棲身嘅地方咧會係一個海邊啦、懸崖邊，咁而當時其實大部分嗰啲華工去掘鳥糞咧係長期。對腳咧係浸咗喺啲水上面，咁你可以想象到當時嘅醫療設施啊等等，亦都冇什麼咩疫苗打嘅，所以變咗其實有好多嘅疾病佢哋係感染咗出嚟，咁到最終咧佢哋嘅死亡率係好高。咁但係你亦都會睇到就係咧喺一個商業利益驅使之下，用我哋而家嘅眼光嚟睇咧，其實成個即係用華工去。掘鳥糞呢件事咧，其實係好唔人道啦，甚至乎你可以覺得係好無良一件事。但係喺一個經濟利益驅使之下咧，我好相信當時作為一個即係嗰個老闆咧，佢唔會諗咁多嘅，因為個利潤實在太吸引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咁，亦都可以造就咗咩咧？就有好多華人社區咧，就喺呢個海外發展。即係有你，我記得以前睇嗰個節目咧，《尋找他鄉的故事》，即係度度都會有華人嘅。咁其實點解度度都可以有華人呢？你諗翻轉頭咧，其實當中你會發現就係、是、一來可以係一個華人嘅一個堅毅嘅歷史，但係同時都係會唔會係個當時嘅一個歷史發展上面、那個地方其實真係容不下咁多嘅人口，所以促使咗一班人一定要出洋謀生咧，都係值得去諗咯。咪人口嘅流動係，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嘅過程裏邊，係真係令我哋百感交集嘅。因為你就牽涉住嚟響別井嚟，牽涉住咧，你可能係要喺一個新嘅地方接受完全唔同嘅挑戰啦，包括係病菌嚇。咁呢啲都係即係讓人係面對住好大好大嘅一個苦楚嘅一個過程嚟。咁但係我哋又要理解啊，喺人類歷史上邊，其實人口流動係一個好係常態嘅，就係我哋喺即係歐亞大陸裏邊其實如果講遊牧民族嘅，佢哋個遊牧民族佢嘅情況就係流動啊嘛，咁即係由中國呢邊搬到去歐洲嘅情況係所在多有嘅，即係反之亦然。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諗係人類恆常有嘅狀態。即係呢度又講下先，然後岔開咗少少，大家一齊再講啲例子。就係、是、即係人文地理學者有位叫段義夫嘅教授，段義夫佢有講到有關人口遷移嘅佢關鍵核心，佢話人口遷移咧不外乎兩個因素，推因素同拉因素，推就係推走你，拉就拉過你。但係咧佢講得好精彩，佢話咩咧？全球嘅人口流動咧，從來拉因素都唔成立，全來都係推因素，即係嗰個地方住不下去，你先至會移民去第二個地方。咁我諗呢個好容易被理解，即係。人離鄉自，我點解要走呢？我梗係留低啦！我有屋企有親族，人係想團結在一起，住喺自己與生俱來嘅地方。咁但係，即係所以佢個生活而即係嗰陣叫出外華工嘅悲慘嘅生活咧，又唔係大家所講咁樣話唔知道之後去即係而家個 big picture， 大家覺得佢哋唔知啊，俾人呃去，呃足100年，呃足80年，唔係嘅，其實唔係嘅，佢哋知嘅。咁點解都要去先係值得問？即係其實係因為佢自己個生活處於一個巨大嘅問題，或者係人口爆炸。你話清中葉後期嘅人口爆炸，土地嘅分配係出咗問題，尤其喺中國南方嘅過度密集嘅耕作之下都搞唔掂嘅時候。咁呢啲你我冇得住冇得食啊？點咧咁樣？咁而且清中葉之後，人口嘅壓力都導致譬如土客械鬥啊，即係你冇得住冇得食，已經去到咁嘅地步。所以其實唔係完全話。他們是不知道才要走，其實是他們知道的，不過他、就是、求一個生路，也是人類
即係頑強作戰嘅其中一點，所以我係欣賞佢哋個勇氣。咁佢哋當然唔經歷係好慘啦，咁所以都係係啦，就係、是、咁。唔係我哋即係有時候可能講到呢個話題就會講惡政孟與虎啊，係嘛？即係你統治得唔好，所以啲人就走咁。呢啲孟子嘅講法咧，咁但係我哋再去諗翻個情況，就係有時可能都唔係個管治嘅問題咁簡單。即係好多可能係自然嘅因素、人口增長嘅因素、係啊、經濟嘅因素等等啦。咁不過即係如果你其實喺卓然講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啊，就係所有嘅人口流動，如果都是推的因素為主的，就是活不下去所以才要離開的，那就是即我們有時可能看那些黃飛鴻的電影，那往往都會講到黃飛鴻怎樣解救那些被人騙了上船的豬仔，但原來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是賣豬仔的，大家都知道前面是面對很大的問題，不過留在這裡都一樣死或者都是很差，那不如搏一搏。我講了1920年代到今天，就是有一位亞洲唐王，我不可以說什麼名字，就是亞洲唐王，他當年在中國的時候要離開，其實他話他在鄉下很差，即是他搞不定，咁啊，不如你去馬來西亞投靠啊邊個邊個啦。其實他很不想去嘅，但係真係冇路行，他知道他不掂，咁所以他就去馬來西亞。其實他就是抱住一個冇路，不如我去闖一闖的經驗去做。咁而呢種嘅人口流動，估計都有一樣嘢，就係去到留得低嘅人，他都建立了一個很強嘅 community， 有一個社區嘅凝聚力。咁所以。即係遠行，你可能就熟啲，就係東南亞都有好多呢啲環社群係能夠得以建立喎。係啊，當中咧其實有一個都幾出名嘅，就係喺呢個婆羅洲嗰度咧，咁就有呢個南方公司。咁當中其實咩係南方公司咧？就係嗰批嘅廣，我冇記錯係咪廣東人？好多係廣東人，係好多係廣東人。佢哋就係去到呢一個婆羅洲裏邊咧，就即係做苦工啦，然之後就慢慢開始累積咗啲財富啦，然之後都幫當地嘅蘇丹咧，就係對付佢哋嘅敵人啦，咁而到最終亦都獲得一個肯定，就建立咗一個類似我哋要講嘅叫南方共和國，咁但係唔可以話叫共和國嘅，咁所以佢哋就會用咗公司呢個名，甚至乎就向清政府咧就進貢，咁希望咧就獲得到一定認同啦。呢個咁嘅制度其實好得意，即係佢當中裏邊咧其實好緊密嘅，佢除咗係一個政權啦，但係亦都會係一個大家一齊好似一個，有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用就係、是。中國最早期，即係當時以前有一啲好似一啲社團嘅組織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即係同生共死之餘咧，亦都係一齊共同經濟發展。咁當中其實呢個南方公司咧係經歷咗好耐嘅一個嘅運作，原本一直都相安無事嘅，但係直至到咧就係當荷蘭人真係要攞。睇中咗婆羅洲嘅嗰個嘅發展嘅潛力之後咧，咁佢最終咧就被遷滅咗。咁就所以你就會睇到當時咧，其實華人嘅社區咧，佢哋係可以好團結，甚至乎佢哋係亦都獲得到當地政府嘅一啲嘅認同，大家共同分治。嗱，佢冇話要諗住咧，就是、我要管理曬成個婆羅洲，即係佢冇呢一樣嘢，而係調翻轉，你會睇到就係、是、我哋總言之就係你繼續有你嘅管治，我繼續有我喺呢一度嘅生存啦，做我嘅生意啦，咁用呢一種咁嘅模式去做咯。咁但係你亦都會睇到就係當中嗰個團結性係幾強，係、啊。唔係呢個南方共和國嗰個故事就比較好有趣嘅，因為我哋講個共和國或者公司啦，咁呢啲咁嘅觀念咧，其實如果佢係一個共和國，我諗係東亞或者成個亞洲最早嘅共和國都唔定。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公司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又係借用咗嗰啲唔同嘅歐洲殖民帝國咧，佢哋嘅東印度公司就係咁樣嘅概念。係，我哋即係做開一個節目啦。你平時有啲廣告嘅位啊，咁我咧特登準備咗張圖咧，就俾大家嘅。咁咧就大家咧參考張圖。咁同一時間咧就俾大家咧，即係有個廁所位係嘛，咁啊大家又唞一唞，咁啊又可以咧開咗電腦，撳下啲地圖啊，比較一下。咁啊睇一睇我哋準備嘅地圖先。之後一陣間咧，一兩分鐘之後咧，會同大家繼續講落去。
好啊，大家好啊，咁啊又翻嚟啦。咁啊，正話咧就俾咗張圖大家去睇啦。咁啊，我哋特登咧嘗試咧就中間啲分子咧，俾大家感受咧，總即係直播得嚟有啲即係有啲氣氛。因為其實咧，因為網絡嘅媒體同其實同現場係好唔同。我哋要與時並進嘅。網絡嘅媒體就係網絡嘅觀眾，包括你哋啦，我自己都係啦。其實就習慣咗你係一個咁樣嘅處境或者狀況，我哋可以傾偈啊，等佢做。啊，平時我睇開嗰啲直播咧，那個直播主席會同你講話，我去個洗手間，先又掉開支麥走咗去啦。隔咗一陣翻嚟，食個面先。係啊，都有食個面就唔喺你面前食埋啦。觀眾都可以嘅，我哋都可以嘅。不過都係我係啦。咁啊，要講啦，嗱，我哋正話喺張圖你睇咧，其實好得意嘅，亦都係我哋個 poster 嘅封面嘅相嚟嘅。咁就係2015年一個葡萄牙嘅一個全球嘅一個地圖。嘅亞洲嘅部分，東亞嘅部分，我特登咧就嚟就 cap 咗，或者 cut 咗依個部分俾你睇咧，嗰種嘅唔完善同埋唔完全嘅狀態，呢個就代表住16世紀初喺地理發發展啱啱開始，大家對於亞洲有一個好奇心嘅時候，我哋對亞洲嘅樣子大約係咁。咁而嗰個位置 K 型嘅部分，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個部分咧，邊度開始冇事咧？就係、是、印度洋、東西洋開始冇事，大家見唔到的部分咧就係、是。好靚仔嘅，大底已經畫好噶啦。今日嘅孟加拉嗰啲部分完整到不得了，但一過咗新加坡海峽咧，基本上佢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嗰時都代表住當時1516年啊，嗰條邊界大約清楚嘅邊界大約係邊一度。咁嗰條邊界即係今日嘅我哋嘅東亞範圍咧，就已經屬於當時葡萄牙咧探險航海嘅部分啊。嗰啲咧就貿易就唔係好得噶，咁就探險啦，去再發展佢一個部分。咁亦都代表住話，本來喺羅馬時期，即係公元前一世紀已經打通咗嘅印度咧，差不多要用咗1500年嘅時候咧，先再俾歐洲人覺得，我哋可以去再重新去發現。咁所以唔好認為依個係一條線咯，嗰個發展，佢唔係一個進化史或者發展史，而係一個高低演變、有覆滅、有消亡、有文明嘅衰落、有一個文明冚另一個文明嘅結果，而咁樣嘅過程裏面嘅。即係對世界嘅認識嘅高低咧，如果你忽視咗咧，你好容易會誤解。就譬如話，你去到鄭和嘅時候，我哋發覺中國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咁你就忽視曬啲中間啲海禁啊、停止航海啊嗰啲嘅種種嘅問題。咁所以既認知嗰個情況就係佢係一個高高低低、跑跑跳跳，伴隨住海洋嘅風險嘅狀況咧，對海洋物嘅瞭解咧會更加好嘅。咁啊，嘉齊正話喺人口嗰度咧，我哋嘅話題未完嘅，咁啊有啲古仔要同大家講係嘛？啲研究者咧講得好順口嘅，咁但係實驗係啲咩咧？我哋有時就唔係好清楚，或者用得唔係好規範。咁咩叫殖民帝國？咁我哋諗下，我哋所謂歐洲嘅殖民帝國，咁可能英國人佢哋開拓美洲啦、澳洲啊等等嘅地方咧，佢哋真係會移咗唔少佢哋本土嘅嗰啲白人啦，去到嗰啲地方生活。咁啊，但係咧。我哋睇譬如西班牙、荷蘭啊呢啲咁嘅佢哋嘅帝國咧，就唔係類似嘅情況啊。咁佢哋你見到喺南北美洲唔係好多西班牙人係咪啊？即係嗰啲後裔，反而係好多係佢哋喺非洲移過去，可能做佢哋奴隸嘅人。咁或者可能係將嗰啲原本喺美洲嘅印第安人嘅土著係佢哋移去佢哋需要嘅地方。即借住你個例去講，譬如話，即可能我哋喺北美洲，我哋可能會有好多所謂黑人嘅問題，或者話今日嘅即黑人同白人嘅事。但喺南美洲唔多嘅，冇分呢條界線，好模糊，就係一種美洲嘅膚色，係啦。呢個就係你正可能講緊一樣嘢。係啊，即所以好多所謂殖民帝國嘅建立咧，我哋要理解嘅，佢唔係個宗主國移咗佢哋嘅國民過去。好多時候是他哋開放了那個土地，去讓其他的人為他哋去那個地方開發服務，賺錢的是他，但是做嘢的可能在那度生活的是另一批人。咁我就諗咧，喺全世界真係喺我哋地理大發現前後啦，嗰、那個喺即係真係廣泛地去殖民啊。廣泛地去移植嘅人種啦，或者係國家啦，咁都係印度啦、中國啦，可能同埋非洲嘅南方嘅黑人。
嚇，咁係即係呢個呢幾個族群為主咯。咁啊，而咧我哋睇到中國人咧，頭先阿婉嫻講個例子啊，南方公司啦，咁佢其實係喺明末清初，主要係清初嘅時候咧，係繁盛去建立嘅。咁而咧，我哋如果我哋睇翻中國人咧，對於東南亞嘅開發啊，我哋所謂開發就真係去嗰度地方生活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唔係淨係去做下貿易就算，就真係喺度居住落嚟。咁我哋可以大概見到有幾波嘅浪潮嘅，即係其中一個可能係南宋啦。咁因為宋朝嘅開發宋朝特別係要多啲海洋貿易嘅發展嚟到去補足佢哋喺土地上面嘅失去，因為冇咗北方嘅土地俾金人攞咗啊嘛，咁佢哋即係要收取多啲税款，可能要有南方嘅海洋嘅貿易，咁啊即係呢個係導致一個中國嘅可能海洋嘅大開發，咁啊好多中國人就自此去咗海外生活啦，咁但係呢個可能係一波嘅浪潮，到元朝啦，我哋又見到即係呢個咁嘅氣勢係更加延續落去，因為元朝有好多都係想對海洋發展，我哋見到菲比列即係又想征爪哇，又想征越南。想征日本嚇，咁呢啲都係呢個喺海洋嘅一個向度。咁呢個咁嘅趨勢直至明初，咁但係當然明朝有一大輪嘅海禁啦。咁而喺晚明開始到清朝咧，咁我相信係一個喺中國人移民東南亞一個高峰嘅。咁而呢個高峰咧，一點我哋要注意嘅，咁就係我哋好少嘅史書會提。就係嗰個遷海嘅問題。清初由於要對付阿鄭成功，就唔係俾沿海嘅居民同鄭成功佢哋交往或者提供物資嘛。咁咪就係將即係沿海幾十里嘅土地嚇裏邊嘅人趕走曬咯。趕走又即係叫佢移民去內陸咯，但係未必嘅，好多可能就係移民去東南亞。咁所以點解我哋見到東南亞喺清初嘅時候有咁多海外華人，特別係廣東福建為主逼出嚟啊？頭先阿卓然講嗰個推力，嗱嗰個推唔係佢哋個生活唔到啊，而係俾人趕走嚇。咁呢樣嘢我哋都係要去睇啊。咁而呢個清朝嗰個改朝換代同埋對於沿海嗰個政策嘅轉變咧，可以話係導致點解有咁多東南亞嘅華人咧一個好重要嘅基礎。係啊，最近我同阿陳英傾到一本書啦，因為嗰本書嘅所屬嘅城市同埋個古仔咧，阿陳英就仲熟啲嘅，咁就係橫濱中華街嘅故事啦。啊，嗰本書裏邊好得意嘅，即係佢有啲點都更新咗佢嘅諗法。就嗱，譬如華人啦，講緊華人嘅移民啦，咁啊華人除咗去東南亞做生意，日本做生意都有啦。咁我哋話其實一波日本嘅早期嘅歷史，即係譬如故事記啊，即係一早講佢哋日本起源嘅都知道，日本嘅嗰啲嘅源頭就係大陸來的人，其實就係由住東北亞洲嘅經韓國作為跳板向住日本遷移一群人，就係今日日本嘅本土嘅一啲人士。咁但係呢條嘅人口路線流動路線一直都存在。咁當然有亞洲人，有中國人，有韓國人，即係嗰啲人口古人口就唔好講嗰啲。唔係個國界咁簡單。係啦，國界咁簡單咧，遷移咗過去啦。咁而呢一波嘅浪潮其實一直都有存在，冇停過嘅。咁然後去到咩時候開始中國來的人就成為一個？比較明顯的一件事已經要去到即明晚歷年間的時候，即簡單講就是日本的即戰國時代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當時開始呢就即大家知道這個封神秀吉就徵朝鮮，即簡單講就要同明朝打啦，即要打啦，咁啊有咁嘅過程。咁所以喺秀吉嘅時代咧，中國人就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我要同中國打啦嘛。咁喺你本身喺度做緊生意啊，做緊貿易啊，一直相安無事嘅人咧，開始發覺要管喎。咁所以去到德川時代，德川嘅第三任幕府德川家光咧，就開始發覺依班人咧開始同嗰啲歐洲人一樣要管啦。要管理，咁大家知道即係當時開始禁教啦，管理歐洲人啦，唔俾佢哋去生活啦，只可以有荷蘭人同埋葡萄牙部分咧，就喺即係今日嘅長期港度咧，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做我哋嘅，其他全部人都唔理得。咁而同嗰個地點咧，亦都有中國嘅地方嘅，咁喺長期就有中國屋啦，咁就俾啲中國人喺嗰度居住啦咁樣。咁依個又係我所認知嘅長期嘅由即係明朝一直到近代以嚟嘅中國人喺日本嘅狀況，就係被限制咗喺中國屋度，本來唔係變咗係。咁但係咧得意嘅古仔咧未完嘅，橫濱咧亦都係中國人喺日本嘅重要地方，而橫濱市亦都係日本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城市，一個第三大嘅城市，即係非常重要嘅城市。咁裏邊中國人係點嚟嘅咧？
不得了。跟住話咧，佢話咧美國咧就即係黑船事件啦，門戶開放就要日本打通佢做貿易啦。咁、然後咧就要即係、然後歐洲列強咧就同呢個日本就講：喂，我哋要傾個最惠國待遇，我哋都有份入嚟。咁仲有一個國家咧就援引呢個最惠國條款，同埋呢一個領事保護權，話我要進入日本做生意，就是、中國啦。當時嘅清朝咧，清朝本身就喺亞洲就係自己地頭啦。我朝當時嘅即係朝鮮仲係我管嘅，係嘛？即係我都仲係宗主。咁日本嚟我梗係嚟啦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嘅清政府咧就喺日本咧就以列強嘅身份喺橫濱咧就有自己嘅地方就一起去做生意。所以呢個都係攞到盡啦，最惠國待遇。真係勁啊！同埋即係對國際法都幾拿手啊！即係人哋逼你簽得出去，係啊，即刻就嚟啦，即刻就嚟啦。咁啊～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一八七幾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微妙嘅，就係、是、打完南京之後，但係革命之前嗰段時間。咁當時嘅中國人咧好犀利嘅，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已經喺長期嗰度有一個既定嘅同日本人做生意嘅經驗，而中國人亦都有同歐洲人做生意嘅經驗，所以佢喺橫濱咧就係、借住歐洲同日本之間嘅橋梁咧，喺橫濱做咗好多嘅貿易。你諗下兩邊嘅人。都要找我哋傾偈，咁啊兩邊就做交流啦、貿易啦、傳播啦。當時日本大部分人識荷蘭嘅啫，即係淨係識南韓，其他嗰啲歐洲嘅列強完全搞唔掂。哇！佢呢個狀況之後咧就不得了，咁啊好多移民啊、做生意啊、開飯館啊、整嘢啊，咁啊大家都好開心啦。咁然後咧到1894年咧就打甲午戰爭，一打甲午戰爭嘅時候咧，哎呀日本啲報紙就話咧，即係中國鬼子啦，係嘛？即係你啲中國人點點點啊，寫你啲人咧有問題啊咁樣。好恐怖嘅狀況，咁然後咧，咁啊當然清同日就斷交啦，即係你打仗啊嘛。當時嘅喺橫濱嘅中國人就失去咗領事保護權，所有權力，因為佢哋已經冇國㗎，佢唔承認任何國家嘅嘢。咁嗰班人咧就好大鑊，然後咧貿易嘅力量就嚟啦，喺橫濱嘅中國商會，其實就係廣東自己人開嘅商會嚟嘅，喺橫濱人大部分廣東人，喺福建都有嘅，福建即係大部分啦，即係佢哋嗰班係廣東人開嘅，唔係福建係廣東嘅嘛，係啦商會。咁呢班商會咧就同日本人傾話，喂，我哋搞唔掂。咁而日本人當時講嘅嘢，你哋啲喺嗰度嘅人成日賣鴉片，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日本嘅法律咧係管唔到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係受住清嘅領事保護和司法裁判，所以你冇可能管，所以我可以賣。咁佢哋賣嘅時候都唔係淨係賣俾中國自己人服用嘅，咁啊好多就係啲日本人去買啦。咁當然係有需求先至有供給啦。咁佢哋當然都食鴉片啦。好啦，日本人就話商會你幫我哋送走佢哋，退印數，即刻要走。咁所以咧，當時大批嘅中國人咧就喺橫濱咧就要撤走，翻返去。即係佢原本嘅地方，咁好多就翻返去廣東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呢一個你會見到就係嗰個貿易啦、全球流動啦，同埋嗰個戰爭，就會導致到好多嘅人口喺中間咧出出入入、反反覆覆轉轉。而中間嘅本來係食盡兩邊嘅利益嘅一群人，係嘛？喺一場戰爭同埋亞洲兩大權力嘅衝突之後，就成為一夾心人。係嘛？即係兩邊不是人，所以呢啲嘅狀況都幾悲哀嘅。啊，都幾悲哀嘅，係啊。但係呢種兩邊不是人嘅情況都喺歷史上係長期會出現嘅。即係我記得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當時香港嗰個毒麵包事件，你可以睇到其實越食麵包店都係兩邊不是人嘅。即係個東主就話我冇落過毒，咁但係問題歐洲人係唔會信佢，因為當時就係呢個中英嗰個第二次鴉片戰爭嘅競爭最嚴峻嘅一個時間啊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例子其實係好普，即係呢種兩邊不是人嘅例子好普遍。兩邊都覺得你懷疑你奸嘅，你喺度通外敵嘅、但你一講到橫濱中華街，你勾起咗我好多回憶。中華沙律定中華料理？中華料理，我真係因為第一次去日本咧，我真係有去過呢個地方，我覺得好得意、好特別，因為佢保留咗好多中國嘅一個元素。但你會覺得誒呢、這個地方其實又好似唔似我哋認識嘅中國嗰個感覺咯。咁當然嗰啲特別而家啦，我哋咁多咁耐冇得飛嘅時候咧。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咯。陳兄最熟啦，橫濱啊！你咪想我講？你講啊！你講就係想你講。啊，橫濱我就唔係喺嗰度生活過，所以咁熟。咁因為咧。咁我點解會有研究呢？就因為我一個祖先喺喺
鴉片戰誒呢個甲午戰爭之前啦，咁就係做呢個橫濱橫濱利士，即實際嘅歷史嘅見證啊！橫濱利士就係、是、即係頭先卓然講到啦，就係、是、處理喺當地嘅中國人佢哋嘅衝突即係有發生嘅時候做法官嘅， yeah. 或者係可能去處理相關嘅中國人嘅生活啊、教育啊等等嗰啲問題。咁啊，佢就好唔好彩啦。咁就喺1894年嘅時候，都仲係做緊呢個職位。不過亦都又唔係最壞嘅。佢就啱啱喺鴉片戰爭開打之前，佢係調走咗嘅。哦，係真係。咁啊，咪可能喺度會好啲。不過都係應該有一鑊咩嘅，因為佢喺嗰度咁耐都睇唔到日本人有啲咩異動啊嘛。啊，咁因為鴉片戰爭，咁真係佢話你有罪就有罪㗎啦。咁但係係一個即係佢留低咗唔少嘅斯文落嚟，咁、我哋都會睇到喺當時中國人喺橫濱嘅生活啦，咁同埋咧，即係作為一個中國嘅官員啊、觀察者、外交官啦，咁樣去點樣睇到日本嘅發展？咁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呢個身處喺兩個世界邊緣嘅海洋嘅，即係呢位祖先，佢見到嘅係日本嘅鐵路發展係好先進。咁啊，同埋佢嘅海船啊等等嗰啲發展咧，係令佢好有印象。咁亦都睇到喺明治維新嘅時候，日本人點樣積極引入西洋嘅，唔係科技，係好多藝術嘅。咁佢喺日本嘅唔同嘅喺東京唔同嘅地方去參觀啲美術館，去睇到西洋畫啊等等。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見到嘅係海洋嗰個開發，咁都令可能中國人啦嚇會開到一啲眼界嘅。請你都講咗，即係人口流動啦，即係你要去做一啲嘅國與國之間嘅貿易嘅時候，必然有啲官員你係要做一啲嘅人口流動同埋交流，係嘛？你或者有講到咁，而法律咧係咪就喺呢啲嘅情況之下，有生效變成咗中間值得去討論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法律，咁點樣去做咧？個框架咁人與人之間總會除咗係有交流之外，都要嗌霎噶嘛。咁法律就係喺呢啲時候就要處理啦。種種嘅問題就喺度出現到嚇。嗯。咁都有唔少嘅嗰啲喺海外嘅中國官員，嗰啲唔同嘅理事啦，咁唔係淨係橫濱嘅，日本幾個地方長期啊，嗰啲都有嘅。咁亦都喺全世界唔同地方，其實中國都有治外法權，都有佈置咗一啲唔同嘅理事咧，係去處理當地中國人嘅糾紛。咁主要中國人同中國人之間有爭拗啦，就由啲理事去處理。咁如果係同外國人有關嘅咧，可能商談。咁都係即係一啲咁嘅方法，咁所以即係我哋喺以前即係做電視節目嘅時候咧，都有講過治外法權呢樣嘢唔係針對中國人，全世界人都係當時用呢個方法嚟到處理自己嘅國民。咁當然你一個弱國，你冇得去同人哋傾，但係你唔係太弱嘅話，你都仲有呢個辦法去處理喺外國嘅你自己嘅國民。佢哋嘅情況，即係我哋都有講過，即係譬如萬國公法啦，啲外交嘅法規啊，點樣去做？咁中國點樣喺呢一方面係喺亞洲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咁然後日本點樣急起直追啊？即係喺超越啊，甚至乎更加懂得援引中間嘅細節。咁就正話我哋講嗰段由南京條約到橫濱中華街到甲午戰爭呢段線索嘅，正正就係嗰段。衍生同埋變化下成個即係亞洲嘅格局嗰部分，亦都見到當時嘅清朝都仲係大清嚟，即係仲係大家係好尊重。喂，你佢哋都要爛船都有三根釘，大家都唔敢點樣去對付佢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嗰、那個即係全球貿易嘅細節就喺度咧，就相當吸引同埋就好得意。咁我哋正話都有講到，即係譬如除咗人口嘅流動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啦，就譬如疾病啦，係嘛，都係有啲嘅同人口流動嘅關係。咁啊，我相信咧，近來嘅觀眾一講起即係人口流動咧，就可能第一件事講驚係嘛，即係有啲嘅同學就話，有啲大家就話，喂，我哋不如快啲有人口恢復流動啊，我哋不如快啲通關啊，係嘛？有另外一啲就話，哎呀，我唔敢去旅行啊，我驚有事啦啊咁樣。咁啊，全個地球都水深火熱啊，香港好似冇乜確診喎，咁樣係嘛？咁即係你會發覺喺呢啲嘅點裏邊咧，喺全球流動嘅時候，而家我哋因為疫情就醒覺翻，咦係喎，人口或者全球流動從來都係有伴隨住一啲嘅危險性或者一啲嘅風險喎。
佢特別我哋如果讀歷史嘅話咧，當中你會睇到咧，永遠都講一樣嘢，就係、是、當有貿易、當有人口流動嘅時候咧，其實疾病咧都係開始一齊走嘅，即係人係一個疾病嘅載體嚟，亦都係最方便的一種載體，所以變咗你會見到咧，疾病咧係點樣去慢慢去流轉，而亦都因為疾病的流轉咧，所以也促使了有很多即係殖民帝國啦，佢哋會很關注咧，就係個港口檢疫，即係呢個港口檢疫的制度出現咧，其實亦都係同呢一個即係同呢一個要保護翻自己殖民地嗰個經濟利益啦，甚至乎係保護翻帝國咧嗰個嘅國際聲譽咧，係十分之有關。而當中其實有啲不幸咧，就係華人咧係長期定義咗咧，就係嗰個大菌者嚟嘅，即係所以你會見到特別十九世紀啊等等嘅時期咧，很多嘅地方咧，其實佢好多人口流動的情形之下咧，第二啲人係唔需要特登要去隔離啦，要佢哋檢疫啊之類，冇呢啲嘢。但係偏偏咧，華人咧就會係最要被去檢查嗰一 part 咯。特別以前嗰個年代，即係十九世紀時期，譬如去美國嘅華人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會檢疫嘅，甚至乎譬如一個輪船上面有一啲大型嘅疫，有一啲疫症爆發之下咧，第一個咧佢哋一定係懷疑緊係華人。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有一定嘅歧視性，但係同時你亦都可以反映到就係因為佢哋實在唔知道啲咩嘅疾病，所以佢會界定咗某一個人口或者某一個族群咧，就會係呢種嘅大病毒嘅一個人士啦。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個其實係唔公平嘅，但係亦都係當時殖民者係最擔心你嘅。當中佢哋會最擔心嘅疾病包括咗咩咧？天花。天花，因為天花當時其實係未有得醫嘅，咁而佢個傳染性係好大，咁而當中咧仲未開始有接種牛痘呢一樣嘢咧，亦都未開始流行，所以天花係好緊要啦。另外霍亂啊、瘧疾啊呢一啲咧都會係佢哋留意。咁而去到十九世紀末嘅時期，當然最重要就係鼠疫啦。鼠疫亦都可以咧就係透過人咧就去到處傳染出去。所以當時即係特別你講到香港最嚴重嘅一個疫症，即係香港鼠疫嘅時期咧，當時香港其實好難去做到一個對外嘅貿易嘅，因為當時咧外國嘅港口咧係唔歡迎香港嘅船隻進入，甚至乎佢哋係要喺港口外邊咧就要先隔離十日，好似好有我哋而家種嘅感覺，就是、你隔離咗十日先，咁你冇事啦，我先至可以咧就俾你嘅船隻進入，甚至乎有啲地方就索性你唔好嚟啦香港嘅船，因為你嚟咗嘅話咧，可能有第二啲國家咧就唔肯再嚟做貿易嘅啦。咁所以呢一個你會睇到就係、是。當一個人口有一個流動的時候咧，其實疾病咧都係伴隨而生。咁但係亦都係講嗰句啦，有危就有機嘛。即係你當我哋而家其實就正正處於緊呢個時期嘅，即係當我哋面對住一個咁嚴峻嘅疫症嘅時候，咁好多政府啊等等，其實或者係一個醫療研究上咧，都係等緊一個突破咯。咁當中即係而家越嚟越多新嘅觀念提出啦。到底要打疫苗啊，定係與病毒共存呢啲，其實都好值得去諗。當中病毒共存呢個概念咧，其實亦都會係有一定嘅經濟考量咯。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有關呢個疫症嘅傳播同人種嘅關係，有啲悲歌都可以分享。即係一講到即係疫症史嘅時候咧，就會講到就係印第安人喺北美洲遇到嘅情況。咁當時好奇怪，咁就話點解即係話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是、啲印第安人就係俾美國人滅絕噶嘛？即係咧白人咧去到就攞啲槍啊射啊嗰啲印第安人就騎住只馬喺度槍飛鏢啊，係弓箭啊就去打，然後就點啊咁樣。即係我哋想象嘅西部都係咁，但係真正去屠殺印第安人咧，唔係美國人親手做嘅。即係唔係，其實都係英國人，唔係名刀名槍，即係唔係咁做嘅，而係好悲哀嘅一個狀況，就係咩咧？當時歐洲人嘅菌太犀利，咁佢話當時有啲情況係好慘，因為咧當時神父好咁去傳教，咁佢當見到當時印第安咧好多嘅情況咧，生活得唔係好理想，可能有啲嘅污染，即係佢覺得啲水源嗰啲嘢生活得唔好，咁然後咧當地嘅人咧。其實印度人好純喎，見到啲宗教都好虔誠，嘗試去接受。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嘅時候，都會揾神父傾。但係就發現嗰個神父去到某一個村鎮度留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成條村人死九成半，大複合地，正話你講嗰啲咩天花啊、林林沈沈各種歐洲已經好強嘅，都和到變咗風土病到大家都習慣曬嘅病咧，喺當地。致死的疾病，全部人中曬，生化武器嚟嘅，所以喂，冇個神父真係好無奈。佢話我佢當時都冇呢啲觀念去講
我唔知道我傳染咗你噶嘛？如果係我唔去啦，即係我係嚟，係啦。咁點解會嚟到啲人死曬？咁然後就發覺好大量嘅印第安人人口咧係死於依個疾病交換同埋人口交換。咁、呢個情況亦都唔係喺北美洲發生啦，喺南美洲、拉丁亦都常見地由大量西班牙嘅傳播病菌，令到當地嘅好多土著係死亡。咁你會見到依種對於唔同人口嘅交流嘅恐懼咧，針對某一種人種是有問題的，但是人種和人種之間本身沒有交流，背後就隱含著一件事，就是你們之間有一些互相本來沒有傳染的病菌會因為這樣而傳播，這件事就可以很大影響了。所以、對於一些遠來者或者少接觸的人，在一個、疾病背景的環境裏面，古代的世界裏面經常都會出現一些隔離的情況，其實是常見的。不，其實有少少離開海洋嘅世界，咁但係我哋如果咁講嘅話咧，其實譬如喺中國喺清朝初年咧，有唔少可能文化上邊對於外來者係非常之抗拒嘅，會覺得佢哋係偷你嘅靈魂啊，會覺得佢哋嗰啲雲遊者嗰啲 wanderers 啊，佢哋小朋友啊，係啊，即係會係咁樣嘅，好大原因就係因為盡量少同佢哋接觸。就盡量會少咗受疾病感染嘅機會，咁呢個係保護自己嘅方法。重陽節古仔都係咁啊嘛，係咪啊？即係有疫情咪登高避一避啦，係咪啊？即係人就係傳播㗎啦。我覺得都有啲道理喺度嘅，即係大家去做隔離。咁我哋話正話一直講疾病，就係話喺疾病之下，我哋人點樣去生活啦？嗱，同一時間咧，我哋話疾病本身係嘛，可能亦都塑造咗我哋可以喺邊啲地方居住，可以用邊啲方法嚟謀生或者揾食。可以咁去理解啊，家長。咪係都係嘅。咁嗱，我呢度想補充一點，我哋跟住再講落去啦。咁我哋頭先即係講到一啲傳染病可能同人種啊嗰啲咁嘅傳播有關。咁都係嗱，如果譬如啲外國人啦、美國人咁樣覺得中國人係容易帶菌嘅，容易傳染嘅，某個程度上都係一種恭維，因為我哋抗菌力勁啊嘛，係嘛？即係我哋唔死，但係你去到你死啊嘛，咁啊勁咯咁樣，所以佢係恭維你。咁但係咁理解都係代表住可能喺中國嘅世界，我哋同歐亞嘅唔同地區嘅交流耐，咁所以同埋嗰個交流好徹底，所以我哋咁係咩嘅病菌都經歷過，有可能有抗體，如果唔係就留唔到落嚟嚇。咁呢個咁嘅。情況，但是最新呢，其實我們對於歷史上一些很重要的疫症呢，有些新的研究呢，都可以值得大家去留意，就是譬如講鼠疫啦，講鼠疫呢，黑死病啦，咁很多的歐美的學者呢，他們都傾向呢會說到是因為蒙古人在一係就係蒙古佢哋嘅本土啦，一係就可能是來自中國的，咁啊將呢種疾病咧帶到去歐洲。咁啊，遇到歐洲咧，佢哋有好嚴重嘅黑死病嘅問題。咁但係即係而家嘅新嘅研究方向咧，從醫療史嘅角度咧，就開始去睇咧喺唔同地方受到鼠疫感染嘅人，佢哋嗰個病菌嘅 DNA 係點？咁咧，如果從呢個咁嘅DNA 嘅角度嚟去睇咧，其實個原生嘅病菌應該都係嚟自中亞嘅機會好大。咁但係咧，呢個原生嘅病菌佢哋去到歐洲同埋去到亞洲，因為中國咧喺唔同時候都有受到鼠疫嘅衝擊啊，即係嗰啲應該都係鼠疫嚟嘅。咁就發覺嗰個 DNA 係唔同嘅。咁所以由中國呢邊傳過去歐洲嗰個機會係唔大。咁如果我好同意，我自己睇譬如鼠疫嘅書咧，都有類似嘅一啲嘅講法嘅。佢即係佢話其實人同人之間傳播鼠疫咧，唔係鼠疫嘅主要傳播方式嚟嘅，其實係鼠同鼠嘅鼠疫咧係傳播嘅主要方式。即係話我哋人係帶菌者，將 A 鼠群落嘅病毒帶咗去 B 鼠群落，令到嗰啲嘅病毒落地生根成為空肚病，就係當地嘅宿主有感染。咁而我哋話鼠或者熱刺類動物裏面有幾個大嘅大户，其實都係草原嚟嘅，因為草原係好適合佢哋居住，嗰啲掘地啊、林啲鬆軟啲嘅土地喺地下度居住。一邊咧就係即係蒙古高原嘅啲嘅草地嘅部分嘅一部分，另外一個咧就係高加索周邊嘅伊朗東北部嘅一啲高原嘅一個範圍嘅草原地帶。即係過咗嗰個伊朗東北部高原上面嘅長方草原，咁呢啲嘅草原地帶本身咧，兩邊嘅交流係唔可能發生嘅，
因為啲老鼠唔會自己話、哎、我去過嗰邊探下人先唔得噶嘛。咁但係人口流動咧，就導致到佢哋各自嘅菌落就變成咗兩個嘅持續嘅風土病嘅來源。咁佢哋久唔久，你啲人去到嗰度掂咗啲老鼠，啲病鼠，咁你一間可以講下，你肯定有病鼠嘅故事，捉咗落去啊，好正，不如煮咗嚟食喎。中曬，出事啦！嗯，係啦，咁啊，即係我記得啊，阿堅行好似都有一啲例子，譬如嗰啲咁嘅病鼠嘅例子喎，係嘛？東北鼠疫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因為當時東北鼠疫嘅時期咧，就是、因為嗰啲狩獵者咧，一班熟悉嘅狩獵者，佢哋知道咧，當時嗰個河奶咧，其實病咗咧就唔可以食，唔可以食嘅。即係水奶就係嗰啲皮草啦、啊，作配合嗰只河奶就係喺喺啲草入邊。即係土撥鼠係嘛？即係嗰啲咁樣。咁當時其實佢哋嘅皮毛係好值錢嘅，咁、所以就吸引咗一批咧冇捕獵經驗嘅人士咧就走去搜捕。咁但係咧，因為呢啲嘅河奶咧，當佢生病嘅時候咧，佢就動作特別慢，咁即係特別易捉。咁、醒目嗰啲嘅狩獵者咧就唔會搞佢哋嘅，就係因為一班咧即係業餘嗰班咧就走咗去咧就捉咗佢哋，然之後仲要食埋佢哋啲肉。咁所以到最終咧就係啦，係啦，就造成咗呢個即係東北嘅鼠疫咧就出現咗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其實都會係一個，而當時嗰個東北鼠疫點解蔓延得咁快咧，亦都係同個交通發達有關，就是、因為佢係沿住成個鐵路線，即、就、係、是、每一個貿易點咁樣咧，去伸延咗落去。咁所以到最終咧，即、就、係、是、中國清政府咧要做嘅係咩咧？就係、是、封咗嗰個鐵路。而當時你知道啦，東北嘅時期咧，喺1900幾年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咧日本啦、俄國咧都想爭奪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大家咧都各自咧就係、是、透過呢個鼠疫就想攞啲著數咯。嗰啲老鼠有菌。本身已經留咗喺度，咁你搞唔搞啊？搞搞咪十零廿年又爆一次，十零廿年又爆一次咯。咁你十零廿年又爆一次，你就知道啲嘢喺嗰度嚟噶啦嘛，係咪先？即係你能夠知道嗰啲係風土病嚟噶嘛？咁啊，其實係常識嚟嘅，即係你稍為有知道，咁你就知道嗰度啲老鼠係唔掂得，或者某一個地方，咦？搞唔搞啊？爆一次，搞唔搞啊？爆一次，就係嗰度嘅原生嘅動物擁有住某啲嘅形式嘅病毒或者細菌。咁就好容易反覆地被感染，咁所以你都冇辦法封咗個山啊，或者殺曬所有嘅野生動物噶嘛，應該做唔到嘅。咁所以你好難去即係處理呢啲問題，只能夠人同動物之間有一個各自合理嘅生存嘅空間同埋範圍，等大家可以撥下去。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事咧，其實係好值得關注同埋諗咯，係咪？咁如果你夾硬搞佢嘅，咁你咪反噬咯，俾大自然。唔係，不過嗱咁樣講嘅，我頭先想提出嗰個鼠疫嘅呢個例子咧，就係想話到咧，我哋對於病菌病毒啊嗰個傳播、病菌嘅理解等等咧，其實隨住我哋可能科技嘅進步啦，同埋可能係研究技術嘅轉變咧，我哋會有新嘅結論都唔定。即係以前我哋可能就係講人口嘅流動就會帶動病菌嘅流動，但係細個具體嘅情況係點樣？我哋好多無知嘅地方，即係仍然係需要。要新的方法去填補，但是你說這一類型的寄生宿主的病菌最傷害人類的對人、就是、人類的死亡來講，即並不是老鼠、啊、或者各種類型的正話什麼蝙蝠啊那些東西很小事，最傷的是蚊、是吧？即是世衛說蚊的帶來的人類致死呢是遠超其他所有動物宿主的，即係加埋都不夠蚊咁勁。咁啲蚊咧咁勁嘅咧，你開咗個大話題，唔得了。呢個嗱，即係呢個同海洋嘅發展，海洋即係人類同海洋之間嘅互動係，我相信係關鍵嚟嘅。即係其實我哋以前喺研究歷史嘅時候，唔係常講嘅。咁不嗱呢個話題又唔係我哋先講嘅，係連鑑學派，法國連鑑學派布羅代爾佢去研究地中海史嘅時候。其實已經提倡了這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們在很多時代，由於可能氣候比較溫熱，溫熱的時候那些沿海的地方它的沼澤地它很容易就會滋生到蚊，蚊就會有藥疾，蚊和藥疾的互動就是真的很明顯的，人就被蚊針到就有機會感染藥疾，就很有機會呢，因為人大部分的人種呢DNA 都頂不到藥疾的，很有機會會死的。所以如果你在沿海的地方那些即沼澤濕地的地帶等等，他們有很多蚊的時候你是不能夠在那裡生存，或者很少人可以生存到的。於是乎呢，在長期的人類歷史裏面，相對熱帶的地方
咁啊，或者係可能温熱嘅地方嘅沿海咧，係不宜人類居住。咁啊，即係除非係人類作出一啲轉變，或者係氣候有一定嘅轉變，咁啊，譬如可能氣候我哋知道喺大概9000至6000年之前，咁啊，即係9000至3000-4000年之前啦，其實可能係個人類嘅地球嘅氣温係比較高一啲。譬如喺商朝嘅時候，我哋知道大笨象係可以去到東北嘅，咁啊喺成個華北啊同埋中國嘅中部嘅地方好多西遊嘅。非洲象可以稱跨阿爾卑斯山添。嚇、啊！真係可以咁樣。安尼拔嗰陣時，即係佢冇咁凍啊。係、即係我哋而家話全球暖化咁，但係相對於喺即係古典啲嘅時代，其實可能仲係涼爽。咁所以係好多地方咧係熱過而家。咁尤其是係沿海嘅地方咧，佢即係受住海洋嘅氣温嘅調節嘅影響咧，可能係仲暖。咁咁暖嘅情況之下，就會有好多蚊。咁嗰啲蚊就係讓人不能夠生存。咁呢、這個即係所以隨住氣候嘅變化同埋人體嘅一啲改變啦、DNA 嘅改變啦，卓然可以講多啲。咁係我讓我哋可以抵受到喺沿海嘅地方俾嗰啲蚊蟲襲擊嘅時候唔會死，我哋先可以喺呢度發展到，同埋喺即係將海沿海嘅地方咧，變成人類可以建立文明嘅地區咯。係啊，嗰、那個藥質即係有樣嘢可以分享啦。即係依個係即係遺傳或者生物學裏邊佢哋方面講翻出嚟嘅一啲嘅例子或者觀點。即係譬如佢話點解即係一啲嘅基因嘅突變或者變異導致到即係人類嘅。嘅生存嘅能力有啲嘅改變，即係譬如話我哋嘅身體有啲個所謂嘅黏狀嘅血球細胞，咁其實佢係一個長得唔靚嘅，即係因為紅血球細胞係圓卜卜噶嘛，即係佢黏狀其實係萎縮咗，其實係唔好嘅細胞嚟，其實係一種缺陷嚟嘅。咁而大家可能常聽嘅地中海頻率就係兩個人都有黏狀細胞嘅一對父母，咁嘅話都一齊嘅話就好高機率會有機會有地中海頻率啦。咁但係呢種黏狀細胞咧，亦都被實踐證明咧比較難去感染藥質嘅。即係話佢種黏狀細胞唔識啲藥質係冇辦法去喺嗰度咁強。咁就簡單講就係、是、黏狀細胞擁有者咧係對藥質有更高嘅抗性，即係冇辦法冇咁易被感染。咁所以簡單講就係兩樣都係 fatal 嘅，即係你地中海貧血或者係藥質都係好大件事嘅一樣嘢。但係明顯地擁有黏狀病毒細胞嘅人咧，就喺藥質環境裏邊有更高嘅存活率，比起地中海貧血嘅弱點咧。更加有優勢，咁所以話中國嘅南方嘅，譬如廣州人咧，有廣東省嘅人，有唔少嘅人相對咧黏狀病毒細胞攜帶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可能你聽好多宣傳片都有講，我哋要檢查啊，要點啊咁嗰啲，其實就係咁樣嘅原因。咁其實依個真係好得意嘅例子，就係、是、演化裏面嘅進化缺陷點樣成為一個演化嘅優勢。咁呢啲嘅例子係非常之得意。嗱，點解我哋廣東係值得講？就係、是、因為我哋廣東啦，或者東南亞，譬如越南呢個地方咧，其實我哋係一個以水稻作為主要糧食嘅供應嘅地方。而水稻嘅環境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一個蚊蟲嘅環境，因為長期係一個水封死嘅水池，積水係啊。咁基本上佢哋係自然生活嘅，佢哋周圍飛。咁所以你能夠喺水稻嘅耕作環境之下冇事咧，你對嗰啲什麼腳氣病啊、壞病啊、蚊嘅問題咧，就自然有一個比較強嘅抵抗力同埋一個嘅習慣。咁而呢一個所謂亦都有啲嘅中國史嘅專家，佢哋研究亞洲史嘅時候咧，佢哋會講一樣嘢嘅，即係話喂我哋成日都聽嘅瘴氣或者瘴氣，即係話喂嗰度南方有瘴氣，我哋唔好行埋去，你行埋去就會死㗎啦咁樣。嗰啲瘴氣係咩嚟嘅咧？有普遍有啲人都認為其實佢就係藥疾嘅代名詞。咁所以咧，譬如實質有啲例子，當我哋講蒙古史嘅時候，當最南方嘅入侵嘅時候咧，其實咧蒙古嘅鐵騎咧就避開咗好多當時咧，譬如瘴氣嘅地方，佢哋冇去。佢哋我哋唔行嗰度，我哋唔經嗰度，就去繞嗰度。咁而有呢個人口嘅比例嘅，即係當時嘅即係死亡率啊，或者人口減少嘅比例嚟講咧，我哋會發現，譬如雷州半島嘅地方咧，人口減少比較少，即係咦冇乜受傷害嘅噃。啊，點解咧？咁就啲人就講翻，其實可能係蒙古人自己避開咗嗰啲嘅地方，冇直接去就一個大嘅侵略或者亦都係當時嘅好多人逃難咗去嗰度，咁所以人口反而冇乜跌，點跌仲升咗少少添咁樣。咁呢啲嘅得意嘅證據就講緊咧，即係疾病啦，或者係當時嘅一啲環境嘅變異咧，點解喺流動啦、貿易裏面咧發生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變化，原來反而呢、即有問題的地方呢反而是有生機都不定。所以在沿海地區，如果、在氣候可能很溫熱的時候，它是不宜居。但是即氣候轉涼的時候，或者可以被人侵略都不定。但是呢即它相對就成為了宜居地。好，你疾病就講了一陣，我們又呢可以跟大家呢分享一張呢圖片，係嘛？咁啊，依一張圖片遠行咧整得好正，我俾啦，我睇到少停唔到啊！咁啊，俾大家睇下依張係咩圖。咁我估計咧，你可能都會喺屋企咧抄翻啲類似嘅圖比較一下，係咪嗰張圖嚟㗎啦？係咪啊？好啦，咁我哋又咧可以同大家即係俾張圖，大家咧睇一睇。咁咧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即係再繼續講嘅。好，再見。嗱，一陣間見啊，一陣間見。好，大家好，我哋又翻到嚟咧，講呢個海貿社區啊，講好耐一個全球貿易物落裏面嘅各種嘅故事。如果通過講呢個全球流動咧，講咗好多唔同嘅面向，譬如人口啊、宗教啊、法律啊、各種嘅唔同嘅演變之下咧，我哋出現嘅得意嘅地方，亦都喺一個咁大嘅架構裏面咧，即係香港嘅位置咧，都喺中間咧講咗一啲嘅唔同嘅細節嘅部分。咁啊，正話有張圖啦，俾大家睇到啦，就係、是、一隻。即係老虎嚟㗎係嘛？老虎騎喺只大笨象上面，咁啊真係非常之得意嘅圖畫。因為平時我哋聽係騎虎難下，呢只係虎騎象。咁原來係咩圖嚟嘅咧？嗱，呢幅圖咧其實就係、當時一九我冇記錯係十九世紀初一九幾零幾年嘅時期啦，喺呢個叻報咧所刊登一個虎標萬金油咧嘅廣告。咁我相信呢個萬金油咧就即係、就是、對於各位觀眾嚟講應該都唔會陌生嘅。咁甚至乎大家都有用過。咁但係點解呢幅圖咁特別呢？就是、因為其實呢個虎標萬金油咧最初嘅發源地咧，其實就係同嗰只大笨象有關。佢就係原本咧就係、是、胡文虎咧，其實就係生長於咧就係喺呢個嘅緬甸仰光。咁而當時咧，其實佢就繼承咗佢爸爸嗰間嘅藥廠，叫做中藥店啦。咁就係呢個嘅永安堂。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個嘅象徵意義係咩呢？就係、是、其實透過呢幅圖咧，去話俾當時嘅一啲嘅讀者知道、就是，就係呢個虎標萬金油咧，其實就係源於呢一個嘅仰光嘅呢個嘅永安堂。咁而當中咧，最後點解胡文虎咧就會去咗呢個新加坡？其實亦都係睇中咗咧當時因為咧新加坡成為咗英國殖民地，咁而當中咧來佛士咧就宣布咧就係、是、新加坡作為即係、就是、英呢、這個英國嘅殖民地咧，佢就係一個
免税嘅一個地方，同時亦都貿易咧限制好少，所以到最終咧就吸引咗胡文富咧，就將佢嗰個嘅即係副標嘅一個嘅藥業咧，就從呢一個嘅緬甸咧就撤咗去新加坡，因為當時緬甸其實有一個好重嘅關税啊等等嘅問題。咁而到其後咧，佢亦都咧就再將咧佢嗰個嘅基地咧就再遷移就嚟咗香港同埋去埋上海一齊發展。咁所以你會見到當時咧點解富標萬金油咁特別咧？就因為咧呢一個嘅萬金油王國咧，其實亦都正引證咗咧，就係呢個嘅海外華人咧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個企業之餘咧，你亦都可以睇到就係當時其實華人好聰明嘅，佢係會知道咧利用住一個即係殖民嗰個嘅貿易體制咧，點樣去慢慢將佢自己嘅事業擴大啦。而到當中佢亦都因為經歷緊即係中國當時一個好大嘅政局變化啦，佢當佢累積咗財富之後，佢亦都成為一個好著名嘅愛國華僑啦。咁當然其後其實亦都有一啲嘅評價就即係話佢係一個漢奸啊之類啦。咁但係呢啲都係需要咧，即係有待咧進一步嘅研究。但係至少你會見到就係當中咧新加坡呢個角色咧，其實好重要的情況，而回應翻頭先嘉齊啦，你哋提到嘅關於藥疾嘅問題，其實當中咧新加坡政府咧對於藥疾咧係十分之頭痛，因為藥疾咧喺新加坡咧係十分之流行，特係啊，唔係因為佢當中佢嗰個氣候啊係好適合蚊去生長，因為你知道如果同如果觀眾去過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其實係一到中午時間佢就會落雨啊嘛，你一落雨一積水咧，咁你就有蚊子滋生嘅，好容易，加埋佢個天氣咁熱咧，係一個好困擾的情況。咁而當中咧，你會見到特別去到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咁當時新加坡嘅政府咧就開始咧就即係做好大型嘅一啲即係噴灑一啲殺蟲劑嘅一啲工作，希望咧就控制翻咧當時呢個藥疾嘅情況。咁但係其實再早之前咧，我相信咧有好多嘅即係華人啊華工咧，其實咧亦都係死於呢、這個即係喺新加坡都係死於藥疾。特別當咧呢、這個嘅來佛寺啦，喺1819年去到新加坡的時候咧，其實佢依裏邊嘅文獻都有提到，原來當時已經咧喺新加坡咧就有大概20個左右嘅麥金嘅種植園。咁麥金係咩嚟？係咯，嗱，麥金係咩嚟咧？係咯，麥昆咁樣。係好開頭咧，其實我都覺得好特別一樣嘢，因為咧當中咧最初頭麥金其實咧佢係一種植物嚟嘅，咁咧當中咧佢咧其實麥糠嘅麥。金蔗是蜜糖的蜜，金蔗的金是叫金蜜。金蜜成日就調轉了。是不是看個字有點錯？當中呢它其實呢就是可以呢治療腸胃的。但是呢同時呢它熬製過之後呢，其實它的汁液呢就是一個挺好的染料啦，同時都可以做一個皮革的軟化劑。所以呢正正呢這個就是一種很重要的經濟作物呢，可以運去歐洲呢就做一些皮革生產。咁正因為咁咧，呢一個亦都成為咗咧新加坡最重要的一個農業，因為咧當時咧其實來佛士佢哋一班英國人咧去到呢個嘅新加坡咧，就見到新加坡啲氣候好正啦，就以為佢咧好適合耕種，但係後面先發現咧，原來新加坡嘅土地咧係相對比較貧瘠啊，佢淨係可以咧種到就係呢個嘅金蜜啦，同埋胡椒，因為當呢個嘅金蜜咧收成咗之後咧，佢嗰個嘅渣土地耗力好犀利，係啦，土地耗力好犀利，咁咧而當中佢剩翻咧就可以種胡椒，咁就變成一個交替嘅一個嘅耕種，輪作啦，咁而當中所以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你會見到當時咧最有勢力嗰班人咧就係一班潮州人，佢哋就控制住咧呢個嘅金蜜種植同埋出口。咁當中最有名嗰個咧就叫佘有進啦，就話佢咧係十分之有錢，而且咧當時咧亦都有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嗰啲嘅金蜜場咧其實全部咧側邊都會有條河嘅，即係原則上係會可以嘅話咧，就係沿住河流咧去拓展佢哋嘅農地，因為咁樣就可以方便咧就係運輸。咁但係好可惜地咧，就係當其後咧，因為嗰個土地嘅消耗太大，佢哋就越嚟越向內陸嘅地方發展，就開始入一啲森林地方。咁而入到森林地方咧，又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新加坡有虎患，有老虎出現，咁所以咧就造成咗咧，即係有啲華工咧就好驚，因為當時咧佢哋即係未必係即係辛苦得滯而死，而係俾老虎咬死。咁所以到最終咧，去到後尾咧，呢一個嘅金蜜業咧就喺新加坡咧開始咧慢慢咧就即係撤退啦。去咗邊度咧？就係去咗佢哋側邊嘅柔佛。
當時的國王咧就招攬呢一批嘅新加坡嘅今日嘅一啲嘅莊主啦，就俾佢哋咧去嗰度開墾土地。咁所以亦都喺呢個情形之下咧，新加坡亦都開始轉型。即係佢雖然係冇咗呢一個種植嘅事業，但係佢仍然可以繼續做咩咧？就係、是、做嗰個中介物流嘅角色。咁仍然就係負責緊咧，就係、是、收集住資金去做一個投資之餘咧，亦都將呢啲貨物咧就運去外國再去買賣啦。即係當時就冇即係。未有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分別啦，即係大家都係即係馬來嘅飯啦。咁就係即係當時係遊佛州啦，遊佛州啲酋長啦。咁啊，即係可能聽過而家譬如遊佛新山啊嗰啲咁嘅範圍，就係而家可能喺馬來西亞同新加坡邊最繁華嘅地方啊。大家去啲咩樂園啊嗰啲就喺嗰度啦，即係玩曬嘅地方啦，係咪？你又想玩啊？當然想啦，但係就唔係即係而依、這個即係而當時嘅發得漏油嘅。東南亞的華人也很多，即係當有很多好慘嘅，正我都講嗰啲咩華工啊，嗰啲好血淚啦，都係譬如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的團體啊，非常之有錢，亦都話即係有錢到不得了。咁所以做呢啲嘅南貨的貿易啊，或者喺當地的種種嘅貿易咧，喺正話啊，遠行講好精彩，由即係緬甸啊、新加坡啊、香港啊、到中國大陸啊，種種地方的貿易網絡，你會見到咧。即真係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海，因為咁而發展成一啲海貿社區喺呢啲部分係見得到。咁你都可以做個補充，譬如新加坡嘅起源啊，早啲嘅時候可能即係三佛齊嘅呢個咁嘅範圍咧，其實係一個淺灘嚟嘅，即其實係一個俾啲可以船可以埋到岸嘅一個淺灘嘅一個範圍。所以其實佢唔延伸成嗰啲部分話本身唔係好適合耕種啊，或者係近岸嘅地方咧，其實能夠理解嘅，即係比起同馬來西亞大陸即係範圍啲嘅地方比較難耕作，比較適合做貿易。咁佢有一個天然嘅，你可以叫劣勢或者優勢喺裏邊，即係佢就係做依行飯嘅好地方。咁所以新加坡後來成為一個貿易港口都能夠理解。不過頭先阿遠行你講嗰幾個地方咧，都同某個殖民大國係好有關係，係英國啊嘛嚇。咁但係英國人佢可能喺全世界嘅海洋發展上邊咧，佢佔咗極端重要嘅角色嘅嚇。即係呢幾百年嘅，即係最近幾百年，可能海洋成為全球嘅焦點，可能全球發展嘅中心都係同英國佢哋發展佢哋嘅世界帝國嘅網絡、貿易嘅網絡好有關係。咁嗱，但係咧，我哋頭先都講嗰個問題。就是我哋講到海洋發展，講啲殖民帝國有一個可能咩叫殖民嘅一個理解嘅差異。嗱，冇錯，英國人咧，佢哋喺北美啦，喺澳洲啊咁樣，佢哋嗰啲温帶嘅地方，佢哋都真係可以將佢哋嘅人口移植過去。咁或者佢哋可能移其他嘅人啦，譬如移佢哋嘅英國另一個殖民地嘅愛爾蘭嘅人過去北美啊咁樣，即係都唔少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哋温帶地方係移居啊。移居的原因是因為沒有蚊，或者蚊的弱質的情況沒有那麼犀利。而呢英國人他之所以後來是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他們的殖民勢力突飛猛進，他們甚至乎由他們為主，其他歐洲國家跟上，向中世界不同的地區原本都不能夠被他們殖民勢力涉足的大步邁進，譬如黑非洲，即是非洲的內陸，譬如是東南亞的地區，原本他們可以在港口城市勉強可以生存，甚至乎印度的內陸去向他們推進。那就當然有其他一些技術因素的，譬如鐵路的發展，譬如可能是海輪的即是蒸汽船的發展等等。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有計去對付弱質，那個金雞納霜的發明或者是發現啦，同埋佢大量嘅應用咧，即係都係同英國人同埋其他以後歐洲人嘅跟進咧，佢哋係可以喺充分利用到温熱帶嘅海洋嚇，突破佢哋對温帶嗰個限制。咁一個我相信係我哋要去注意嘅，即係喺全球嗰個海洋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啊，嗱，我哋人口流動講咗好多嘅，即係各種嘅一兩節數去講人口流動啦。咁就可以舉啲 case 去，即係實例去講翻呢啲人口流動帶嚟啲得意之處，或者貿易社區有咩得意啊？不如等我講先係嘛？咁大家一人講一個例子作為，即係可以綜合地去講解釋嘅。咁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咗兩個三角形喺印度洋嘅貿易，一個係印度洋西部嘅三角形啦，印度東非地中海。咁啊東岸就係、是、其實印度東岸譬如緬甸啊、中南半島啦，同埋即係東南亞就是、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嗰啲嘅範圍，呢個貿易咁兩個三角形。兩個三角形中間有一寶石嘅，就是、印度寶石，就係、是、石蘭啊、斯里蘭卡、石蘭呢個範圍。
咁其實沙堡太監即係鄭和咧下西洋咧，正話阿嘉齊講話狠親係攞嚟講笑啊，狠親咧其實錯唔曬嘅。不過佢狠親就唔係狠中國人嘅，咁啊大家知道啊，鄭和其實係即係伊斯蘭人嚟㗎，即係伊斯蘭係係佢個實質種族唔知道，都係佢嘅父親嗰代應該係即係虔誠伊斯蘭教徒，因為去過麥加嘅。啊，就係佢父親，所以佢係一個朝聖者嘅身份嘅兒子。咁得意之處咧就係咩咧？佢喺下西洋嘅過程裏邊，點解暢通無阻咧？佢就係因為佢係即係伊斯蘭教嘅一個教徒，同埋佢喺嗰邊，即係佢有一個即係同佢哋可以吃得開嘅溝通度。咁所以佢去到石蘭呢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就能夠被溝通嘅嚇。咁啊，溝通即係咁，當然都係靠住啲船隊啊、剪壓咁嘅溝通。咁而點解石蘭伊斯蘭斯蘭卡呢個咁重要呢？就係、是、喺印度人貿易裏面，無論你幾強大都好啦，只要你前現代靠住原始力量嘅話，就算咩風力都好，只要你一段日子嘅話，你一定要補給糧食水。你穿過印度人去到石蘭，基本上你就要同地方當地嘅人呢就做好朋友打交道，你冇可能咧遠程去到咧，仲可以話剪壓呢個斯里蘭卡地頭蟲，仲可以打贏曬佢哋，然後翻到轉頭，冇邊個做到嘅，鄭和得嚇，真係好少數，得鄭和得一次，即係嗰下啫。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去到石蘭咧就留下買路錢啦，擺低啲貿易品啦，咁然後咧就走㗎啦。咁然後石蘭就可以兩邊嘅貿易咧嘅圈咧，佢就喺中間就可以漁利。咁我哋話斯里蘭卡呢個狀況，其實即係我哋會被稱為即係印度南方土邦，好多印度南方嗰啲土邦呢啲咁嘅狀況。所以北部可能就係、是或者伊斯蘭或者印度教，即係或者婆羅門教或者係伊斯蘭教嘅管理系統去揸作有啲唔同嘅變化，去隨歷史。但係南部咧大抵都係大抵維持住一個鬆散嘅即係土邦嘅一個狀態。伊斯蘭呢個石蘭咧好得意嘅一個例子，一直咧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即係殖民嘅時候咧，先有啲嘅改變。咁去到石蘭呢個地方，咦？英國其實對於呢個嘅用翻斯里蘭卡再賣講咧，就冇咁做。咁佢就開翻，即係佢喺印度喺本身嘅唔同地方，西岸同東岸就各自起多一啲，譬如馬德拉斯啊，唔同嗰啲新嘅港口，即係後來即係馬德拉斯後來就係德蘭修女所經營嘅一個地方啦。後來就係佢喺嗰度。咁呢啲嘅嘅地方咧，佢喺石蘭就發覺冇咩好做，咁咧就有啲貿易公司咧就發現，喂唔係啊，嗰個做茶貿易好勁啊嘛，不如我哋即係種下茶葉啊，咁啊搞唔掂，咁咧就大家知咧，中國剪啲樹枝翻嚟種下試下啦，咁就有一間 L 字頭嘅公司，L 字頭嘅公司咁啊好出名，啲嘢苦啲噶，咁咧就喺石蘭呢個地方咧成功落地種到嘢出嚟，哇掂啊，我得啊，今次我哋種到嘢啦，咁咧但係啲苦又苦嘅喎，即係啲茶苦喎。咁但係唔怕英國啲工人飲唔出嘅，即係你明白嗎？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啲英國人好中意飲茶，因為佢英國茶加好多糖噶嘛，咁所以就唔怕咪加糖溝咪得咯。咁所以呢個 L 字頭嘅公司咧，就皇冠嘅 L 字頭公司咧，就做咗大量嘅即係石蘭紅茶，就供應翻俾英國本土去就使用，亦都茶價降低啦，工人階級能夠飲用大量嘅茶葉。咁所以你就見到嗰、那個。印度洋嗰個貿易網絡本身係嚟自一個即係靠住天然優勢去做，咁但係依個貿易嘅路線嘅終結同埋打破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現代社會或者現代世界裏邊依個本身嘅中介站已唔再有一個真正嘅優勢，因為當時嘅貿易路線亦都唔需要就靠斯里蘭卡作為關鍵嘅補給點。點解？因為大家已經捉摸到嗰個季風嘅狀況同埋貿易，嗰啲大家嘅貿易去點行咧？佢哋發現到有啲咩暴風35度啊，瘋狂40度，就係發覺原來南啲啊，我哋喺印度洋再南啲，差唔多去到澳洲咁嘅路線咧，穿過好望角之後咧，有個好強嘅風帶，我覺得船一直去一直去咧，已經差唔多可以去到即係依個嘅澳洲嘅西岸嗰部分，而喺嗰度一吸水咧，就直揼。即係馬來西亞、吉隆坡啊、新加坡啲咁嘅範圍，我根本就唔需要經過印度人上方嘅部分，我亦都唔需要經過奧圖曼啊嗰啲咁嘅複雜嘅地方搞咁多，我喺下邊就可以行到。咁點解呢啲嘅路線能夠生效呢？就同正話嘉齊所講啦，更加好嘅藥係咪？更加好嘅長期嘅水手嘅補給，同埋更加好嘅船可以經受呢啲咁強嘅風同埋浪嘅船。先首要得到實踐，咁當然因為人類經驗進步啦，我哋唔需要貼住個岸邊行啦，我哋唔需要過洋牽星啊，睇嗰啲針路圖啊去做，我哋可以用羅盤啊，種種嘅去做。咁所以這個貿易嘅演化同演變，點解喺18、19世紀喺度慢慢由漸變到演變，由正話你睇1516年嗰幅亞洲模模糊糊嘅圖，去到
我哋後來講正話嗰啲咁嘅故仔，你發覺東南亞已經成為一個大家都能夠自由去嘅地方啦。其實石蘭呢個嘅演變嘅例子咧，就係我俾大家嘅一個即係例子。其實咁啊，兩位邊個先咧？由遠行壓軸啦，好咁啊，咁我講先啦。咁嗱，我就主要想講同大家講船啊。講船的問題，因為我哋講過很多即係海邊的社會同埋船，但係船可能我哋講少啲。但船我就唔好講，想講啲技術嘢。咁但係即係主要我哋提到咧，講鄭華西洋咧，就講啲保存有幾大啊嘛。咁但係大家都要諗啊，喺現代鋼鐵船之前咧，其實真係好巨型嘅海舟係得中國人有啊。咁或者你可能譬如督陶曼啊，或者係地中海嗰啲強權，佢哋喺前現代初期啦，即係大概15、17世紀之間，佢哋都會起過啲唔細嘅船。咁但係即係主要係遠洋嘅海船，都係巨型嘅，中國人為主。嗯、我哋成日都攞啲歐洲啲海船同鄭華西洋嘅三寶船比啊嘛，咪話好細只嘅。咁但係咁大嘅船，其實係好罕有嘅一樣嘢。係，亦都唔係，即係中國人唔係經常做。咁我睇唔同國家、唔同地方嘅歷史記載，佢講到啲喺前現代嘅木船係好巨大嘅，都係中國有關。譬如係即係元朝時代有啲都係喺印度洋行嘅巨輪，都係中國人嘅船嚟。咁即係想講啲咩呢？就係喺大部分嘅喺歐洲人去中橫七海之前，喺世界上會進行遠洋貿易嘅，可能係中國人。咁而其他人做啲咩呢？唔係話佢哋唔做貿易喎，而係佢哋做親都係唔需要咁大嘅船嘅，因為佢哋係做近岸嘅短途貿易啊嘛。嚇，即係啊鄭和啊，或者係元朝嘅時候，真係有或者宋朝啦，都開始有一啲咁遠程嘅發生嘅。可能發生啲咩事？點解大家都做短程嘅貿易呢？就因為短程嘅貿易行幾個港口，沿住海邊。頭先卓賢話唔使行海邊啊嘛。咁但係行海邊始終沿海嘅路線都係比較安全，你都熟悉一啲。好啦，嗱，咁我講到呢度咧，就想加多一點，就點解即係行海？即係遠洋嘅同埋沿海嘅，其實咧沿海就當然好方便，但係亦都有好大嘅風險。嗰風險就係觸礁，咁就觸礁會發生啲咩事咧？咁呢樣嘢咧就係我喺另一啲講座都有講過，咁就喺中國嘅沿海嘅 case 嘅情況咧，就好容易會俾人搶啦。咁我啲搶掠咁到一個地步係會驚動到地方上面嗰啲法官啊，因為審訊相關啲案件咁所以即係我研究嗰啲名稱嗰啲判毒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咁嘅即係要處理嗰啲海船國錢被搶嘅咁嗰啲例子。咁俾人搶咧，如果你留緊條命就好彩啦，咁但係通常咧都係人同貨都搶曬或者殺埋咁樣嚇。咁呢啲嘅順手啦嚇嗱，咁所以大家去諗嘅就係、是、如果要做海洋嘅貿易。要坐船出海，即船你好大嘅，咁當然唯有遠洋啦，近岸你唔敢去。但近岸你都唔敢去太遠，因為如果你喺你屋企喺你家鄉附近，我喺沿海居住啦，如果喺家鄉附近，你去到一個地方國錢，大家都係自己人，都唔使死。但你去得遠啲好危險啊！咁、那個風險係經常都會存在。咁呢個我相信係我哋要去理解咧。以前喺木船時代嗰、那個貿易嘅情況，航線嗰個遠近係一個好重要嘅參照點啊！我哋呢個理解唔清楚咧，就點解啲人會諗點解啲人去遠程嘅旅途啫？咁佢你唔知佢幾危險啊！真係好危險。好，咁我最後我自己會諗到一樣想分享嘅就係關於熱帶醫學嘅興起，因為頭先即係大家都講咗好多關於疾病啊等等嘅情況啦，或者係點樣限制咗我哋人口嘅流動。咁而當中19世紀時期咧，當英國真係需要咧進一步殖民嘅時候咧，其實佢就開始發展熱帶醫學。熱帶醫學其實最主要咧就係針對翻咧一啲熱帶地區嘅疾病咧嗰個嘅治療。咁而包括藥疾啦，係啦，包括咗藥疾啊、鼠疫啊、霍亂啊等等。咁當時其實英國人係成功地係真係發展咗呢個熱帶醫學，亦都加強咗咧佢哋對於殖民嗰個嘅信心。咁而亦都係因為咁咧，亦都更加促進咗咧就全世界嘅人口啦，甚至乎唔同嘅種族群組咧就進一步咧嘅遷移同埋流動。因為佢哋相信咧，佢哋係有能力咧去治療到呢啲嘅疾病。咁而呢一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特別當我哋現在經歷緊呢個嘅疫症之下咧，我哋發現咧其實疫症咧係可以阻礙咗我哋嘅生活好多嘅一啲，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嘅
模式咧，都係變得好好，原來係變得好好珍貴嘅。即係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去旅行。咁我相信即係在座嘅觀眾，大家都一定有去過旅行嘅經驗。應該是沒有想過會有一個今天的情況，閉關了這麼久。所以呢，當時呢，其實你會看到當中疾病、啊、或者是一個醫學的發達，其實跟我們的生活那個影響性是十分之息息相關。是啊，那因為時間呢就差不多了、我們呢就不如將個節呢就去分，即係譬如俾翻主持啦，同埋咧我哋開個即係問答環節啊嘛，應該有啲我哋唔知道嘅可能嘅留言咧，俾我哋可能問我哋問題啊。我交翻俾你啊。好好，咁我出嚟就係負責問問題噶啦。咁咧我哋收集咗唔少觀眾嘅問題啦，咁想睇三位解答一下嘅。咁第一條題目咧就係話明清兩朝嘅海禁對東南亞嘅海貿社區發展咧有啲咩影響咧？具體講咧，就係一啲好明顯嘅，即係以中國為本嘅航線咧，係唔能夠開通啊！咁淨係剩低正式嘅，剩低朝貢嘅路線嘅啫。咁但係正式噶嘛，咁唔正式嘅非法嘅當然係非常之多啦。咁多到個地步係即係某啲明朝嘅官員係因為想去鎮壓相關嘅情況，咁但係由於得罪咗地方嘅勢力，係即係會丟官啊，或者受到好大嘅影響嘅。咁即係所以就表面嘅情況就係唔可以自由地進行，咁亦都可能係唔可以有好多官方嘅記錄，冇官方嘅政府力量嘅參與，咁亦都即係冇沿海嘅保護啦。咁即係中國人就如果出海，你唔單止係冇官方嘅保障，仲可能會俾兵船去拉埋你添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不過我哋就見唔到喺海禁期間咧，東南亞嘅華人咧係消退啦，或者係即係繼續唔存在嘅，因為佢哋本身離開都已經係非法的。咁第二題頭先講開人嘅流動啦，咁有觀眾就問咧其實以前就通訊發達啦，咁移民華工同佢本身家鄉嘅聯絡咧，係咪都係緊密嘅咧？定係話其實都冇得再聯絡嘅咧？即、就、係、是、流落咗去第二度嘅時候，我可以講少少啦，即係咁啦，即係譬如話本身嗰個聯絡係困難，但係唔係全部冇嘅。譬如今年最新有個書係講係東華三院出嘅，講即係有關即係遷葬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啲海外嘅華人，如果死咗之後，佢想葬翻去原籍安葬，可以邊個做咧？咁其實東華三院都長期喺香港就係做呢個角色。咁而香港亦都包攬咗幾乎係全球華人啦，通過東華三院去做呢一件嘅遷葬網絡，咁當然遠行都我哋都即係知啊，因為遠行都參與好多中間東華三院啲研究。咁而呢個遷葬網絡本身係直到49年之後先至因為遷個嗰個香港同大陸嗰個交流冇咁容易啊，即係你簡單講有個關卡啦嘛，咁先至停止。咁所以話好漫長嘅時候，呢個華工啊嘅時候，其實係靠住東華三院去做呢件事而。記住，東華三院係冇額外咩資助啊，就靠住好多嘅香港人啦，同埋有啲嘅海外嘅華人嘅捐助，令到呢件事嘅維持。咁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係個脈絡咯，係嘛？即、就、係、是、你點樣去通過呢件事保護到大家，令到大家有一個溝通同埋交流。咁我借住喪葬呢個例子去講到當時嘅交流嘅困難啊，同埋交流嘅實質上都係有嘅。同埋嗰陣時其實都喺一啲即係喺外國，譬如講緊舊金山呢啲地方，其實都會有一啲華人嘅店鋪。咁佢哋嗰啲多數都我哋會叫做扮裝之類咧。其實佢係會買咗一啲嘅，即係喺中國裏邊就購買咗一啲嘅華人嘅商品，然之後就喺呢啲嘅舊金山嘅地方，即係我哋而家所講三藩市裏邊咧，就出售翻俾啲華工。咁而佢哋亦都會做埋咩？就會做一啲匯款嘅工作啦。咁所以其實應該我諗啲書信來往都可以有嘅當時。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識唔識字就係另一個嘅問題咯。咁但係消息上應該都可以互通到嘅。
唔係消息互通有三個可能。第一個可能就是我哋成日聽啲金山阿伯啊嘛，金山阿伯即係你喺海外翻去，即係會翻去家鄉嘅，咁會幫可能朋友或者自身可以有聯繫啦。第二樣嘢就係電報啦，喺特別十九世紀後期，即係全球嗰個電報網絡隨住嗰啲殖民帝國佢哋嘅開發咧，係比較方便。咁當然電報唔係方便同埋容易嘅，因為係好昂貴嘅一個通訊嘅方法。咁但係即係偶然都可以做到。咁最緊要一樣就係、是、即係尤其是我哋睇到英殖民帝國啦，佢哋好著重。去維持嘅，咁甚至乎嗰啲蒸汽海船啊、河輪啊嘅使用咧，都係同郵件嘅運遞係有關係。嚇，佢哋好刻意去建立一個可以喺全世界去郵遞嘅網絡。咁透過佢哋嘅網絡咧，信件係可以喺唔同嘅地區寄翻嚟中國。嚇，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中國本身就當然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海外寄嚟，譬如香港係可能同埋唔係太過困難嘅一件事。咁即係其實你。都仍然都可以同翻佢哋鄉下嘅人溝通啊，咁樣好咁，亦都係關於一啲人同人嘅關係，即係觀眾咧就話啦，即係譬如係啲中國嘅去咗另外地方移民嘅後代啦，或者佢哋同當地嘅原住民嘅通婚之後啲混血嘅後裔咧，其實佢哋喺個文化同埋身份嘅認同咧係有咗啲咩唔同咧？咁我可以講個例子啦，就好似呢個嘅，即係我哋所講嘅爸爸，亦即係咧當時咧一啲喺新加坡或者東南亞人，佢哋就即係一啲嘅華裔華人，就同當地一啲東南亞人咧就通婚，然之後咧就生咗佢哋嘅後代。咁我哋會入嗰啲就有啲會用呢個嘅叫做海合華或者係當中咧，男嘅咧就會叫爸爸，女嘅咧就係娘爺。咁而當時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咧佢哋咧其實會有部分咧就係會精通英語嘅，甚至乎咧就係當時佢哋亦都係會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係佢哋會熟悉裏邊嘅文化，而佢哋嘅家庭裏邊咧，特別係呢一班嘅即係土生華人咧，佢哋會係刻意地咧係會保留翻咧華人嗰種嘅中國文化嘅一個嘅模式，但係佢哋嘅衣著上咧，佢哋就會著西服嘅。咁同時咧，佢哋會同外國人做生意。咁而當中娘爺，即係佢哋生咗出嚟嘅後代嘅女性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哋好精通咧，就係針紙啊、家政呢方面。所以咧，娘爺菜係好出名嘅，因為佢係混合咗咧，就係中國菜啊同埋馬來西亞咧嗰種嘅特色。但係亦都有一個好傳統嘅觀念咧，就係娘爺嘅即係嗰啲女性咧，係全部咧都唔會接受教育嘅。原則上咧，佢哋所識嘅學識咧，全部都係嚟自佢哋家庭裏邊嘅長輩，即係婦女嗰邊嘅女性嘅長輩嘅啫。咁所以亦都有人就批評過咧，就話咧，即係如果要揾世界上最無知嘅女性咧，就一定係你不羈嘅娘嘢，因為佢哋係完全冇乜機會去接受教育，而當中佢哋亦都有一個婚姻嘅聯繫上咧，其實佢哋盡量娘爺咧，佢哋嘅爸爸媽媽都希望佢哋嫁翻俾華人嘅，咁希望佢繼續保持翻咧嗰種嘅血統上面嘅某一種嘅一種嘅堅持咯。咁而呢一個亦都係製造咗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嘅即係族群出嚟。咁而當然啦，當中最初頭咧喺呢個嘅新加坡殖民初期咧，呢一批嘅華人咧，其實佢哋由爸爸華人咧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咁但係問題呢個優勢咧，亦都開始慢慢咧就俾一批喺中國移民去呢一個新加坡嘅華人咧，就開始慢慢取代咗，特別喺經濟上面咯，即係咧講羅洋嘢菜又想食啦，真係係啦，真係同埋即係懂針紙就即係讀 fashion design 啦，係嘛？咁啊識煮呢個嘢食就即係仲懂廚藝啦，係嘛？都兩個 degree 喺身啦，咁都唔係冇讀嘅，即係都係嘅，係啊，係用字啫，係咪？係啦，就我即係講一點啫。我爸爸同我講咧，就話我阿嫲佢係有山打根嘅血統嘅，嚇咁、因為佢即係阿嫲嘅，即係我嘅外高祖啦嚇，佢就去外曾祖啦，佢去咗海外生活，咁然後就喺應該婆羅洲嗰度即係打混過，然後可能生埋小朋友咁樣就翻去家鄉。咁呢、這個即係落地落葉歸根咧，呢、這個咁嘅情況都係普遍嘅嚇。咁我相信我家庭嘅背景都有某程度上都係同呢個東南亞嘅混血有啲咁多關係。咁時間關係咧，我哋問到最後一條題目啦。咁最後一個觀眾嘅問題咧，就係話喺海貿社區嘅發展裏邊咧，其實對當時嘅各國嘅宗教嘅傳播咧，其實有冇帶嚟啲好或者唔好嘅影響咧？我講宗教都要補翻啲少少嘅，即係可以譬如講
你要見到東南亞的兩個最人口最大的國家印尼和馬來西亞啦，其實都是伊斯蘭教的國家啦，視伊斯蘭教為國家啦。咁就算譬如馬來西亞，我哋會覺得咦佢好強嘅華人社群喺裏邊嘅噃。譬如印尼裏邊都有唔少嘅華人社群啦，應該相比例上冇馬來西亞咁高，但係都好，你會見到或者知道，但係佢哋都很明顯係一個伊斯蘭教嘅狀況喺度。咁其實呢一個嘅傳播嘅模式或者傳播嘅過程，就係正話講十世紀、十一世紀咁上下，由住印度東岸嘅貿易同埋遷移，即係靠住正話啲船仔啊咁樣，慢慢喺啲島中間去做而傳播嘅人口嘅流動而嚟。咁依一個係印度嘅由印度東邊到中南半島到到東南亞嘅佛教同埋伊斯蘭教嘅爭奪咧，依家今日而家咧就好難講得曬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即係再做電視嘅時候，喺都有啲集數有討論過一啲有關中關嘅部分，即係譬如講到即係一啲嘅老窩啊，一啲唔同嘅地方啊，中間嘅宗教嘅一啲嘅衝突其實喺度發生。咁我哋話依一個講到印度東岸到東南亞依個部分裏邊嘅即係佛教、婆羅門教同埋伊斯蘭教嘅衝突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好得意同埋好大嘅故仔。咁啊，有機會咧，遲啲咧。我哋唔同嘅 media 可能可以同大家分享，都可以再喺我哋呢度再同大家分享。好，嗰幾波嘅發展係啊，得意嘅，好多好多嘢要講啊，即太多啦。係小乘佛教、印度教同埋伊斯蘭教，可能不過都好大程度上同印度嘅移民好有關。係，咁多謝大三位回答你問題啦，咁亦都好多謝三位咧今日嚟同我哋帶嚟咁豐富嘅分享。咁咧，如果大家網上嘅朋友咧想重温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可以睇翻我哋香港海防博物館嘅 YouTube channel 裏邊重温嘅。咁我哋下一場咧，我哋第三場嘅講座咧就會喺12月11日舉行嘅。咁到時咧第3點至5點我再請三位嘉賓同我哋繼續咧去對談嘅。好，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好，拜拜。拜拜。Bye.